好，我们继续开会。我们先继续开会，然后再等。五月十二号，建设国际发展计划税务主计财政经济发展的单位。今天第一个质询的是江建收议员，询答时间我们先十分钟，好吗？谢谢大会主席。今天要就叫我们先来就叫我们国际处啊。现在前瞻条例搞得沸沸扬扬的，这个普天沸腾了哈。到底前瞻的定义是什么？处长，前瞻的定义应该是具有未来性的建设。哦，对啊，应该是这样啊。那为什么突然间就冒出一个前瞻计划，然后条例还没有通过，具体的执行办法都还没有？照理讲应该是行政院长要宣布啊，结果是蔡小姐到地方上去说啊，基隆给你几百亿，哪里给你几百亿啊，好像行政院长好像还被蒙在鼓里啊。究竟我们第一时间得知这个前瞻计划是什么时间，有没有通知我们提报？报告议员，其实我们被通知要去行政院开会的时间是2月10号。是公听会？不是，是先去行政院做一个谈话，那谈话的时间是2月14号，所以我们2月14号2月14号我们去行政院谈话，那谈话的内容才告诉我们，其实我们2月10号接到电话的时候是说请我们提两个计划，那两个计划是哪一个方向并没有告诉我们，而是电话通知，所以我们去了2月14号去了之后，然后县长就请问这个政委说今天是要谈哪一方面的内容，那政委才说提出四大中央的政策的方向四大就是水资源水环境智慧还有轨道以及绿能这四个，那我们就当天就是谈完，那谈完政委的意思说今天只是请大家来谈就是花莲跟台东两县谈完之后呢我们会再另外找时间跟各位来做进一步的探讨，那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就做了这样第一次的谈话谈话之后基本上我们想说会收到正式的公文或是召开第二次的会议但是并没有这个正式的任何的文通知我们说需要提出具体的计划的内容或是没有正式的公文，没有正式的公文，是好正式的公文，对，那直到说我们在3月23号院长他召开一个记者会宣布这8年8800亿，那其实这中间的过程我们发现各个县市都已经有一些实质的这个承诺了那所以当记者会召开之后我们府内就觉得没有收到任何的正式的文，所以我们紧急召开会议，我们就集合所有府内各局处，那我们提案总共提出了大概将近240几亿的计划，我们就主动的提报给中央虽然我们也是国内第一个县市政府自己主动提报的所以因为这样的过程跟我们原来所知道的无论是离岛基金或是花东基金的程序的确有很大的差异跟不同所以这个过程我们的确做了很多紧急的这个因应。好，那台东我们所提报的各项的计划里头目前已经确认的中央会纳入前瞻计划的究竟是哪几样？其实在我们所提的计划里面因为行政院有颁布一个核定函，那这个核定函里面其实有一些计划是所谓的已经特定
事项的计划是已经确定的哈。那这特定事项计划里面跟我们台东比较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轨道哈，轨道的部分是花东的双轨，还有以及南回的电气化这个部分。好，那这部分勉强跟我们有目前确认是这两项，轨道是这两项，然后另外的就是跟水环境有关的，算是海洋生成这块部分，但是这是由中央来主导的部分。好，所以其他的部分都是属于全国性的，那这全国性的计划里面看不到特别有没有框到台东的，没有，全国性的计划里面它是属于竞争型的，就不见得是台东。啊，原住民地区的700亿有没有框到台东？原住民有700亿啊，立委一直在讲啊。保远，这个民进党的立委一直在这里游说，说是希望国民党能够同意，因为原住民的有700亿啊，那700亿有没有框到台东啊？这个700亿内容都没有看到啊，没有，连网络在任何的讯息里头也没有看到任何文字啊，没有，这是我们。海洋生成水不是早就既定了政策吗？这是因为，花东铁路双轨化，南回铁路电气化，不是马政府时代就已经定案了吗？这个本来就要纳入年度预算呢、啊。是。所以哈，新的政府，新的变革啊，新的那个执政的模式啊，跟以往都不一样，所以你那哈、啊，我们县府各局处都应该要都把相关的这个计划10年以内想要做的哈、啊，都拟好，都放在你那边准备好啊，随时一有兴趣就马上报，一有兴趣就马上报，要用这种方式。你如果按照以往那种，等到所有正式的知会了之后，我们再来召集相关人员，再来找专家学者，再来拟定计划，再来评估，都赶不上了。你没有听许国勇讲吗？已经关门了。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让我们身为老百姓的也不知道何去何从，究竟我们的未来是什么？不敢有任何憧憬，所以我们县府团队务必要绷紧神经，来因应这样的这个变革。基本上，根据县长的施政报告，我个人是高度肯定县府团队的施政能力。是。所以你有没有看到我在脸书上夸奖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最近比较嘛。我结果没有几个人给我按赞呢。我以为说你们起码会回应文字，起码谦虚一点，结果也没有啊。好像很多老师不管紧要，到底是怎么回事？抱歉，也没有。是我们交情不好，引不起共鸣，还是怎样？没有啊。我们做得好，我们就要大声说。事实上，我们行施政的各项的这个作为过程当中，有很多我们讯息放出去了，可是我们整个执行的进度可能有遇到什么样不可抗力什么样的特殊的因素的困难，以至于没有办法如期的来按照我们计划来去执行，这个时候就县民就有很多的不谅解啊，媒体脸书上面就一直抨击。我举一个例子，举一个红叶永久物，这个媒体上把县府讲得一文不值，可是事实上呢，我们很努力的在做，但这个主控权不在我们嘛，是不是？从一开始的季度是受限于中央嘛，那我们在执行基础建设的时候还要看天气啊，所以这一些我们所有的各局处都应当要去注意网络上面的各项的这个讯息，尤其对施政的恶意的抨击，要适时的提出反驳嘛。这个你国际处这个工作要做好啊。这个我没有太注意，是不是？是。我们公共关系科这个，科长，公共关系科，您有没有去注意这样的这些讯息啊？有，这几乎是每天都要做的例行公事。有几次我还故意在脸书上面分享，我以为相关的局处会回应，结果还是没有回应。我会分享，我是认为说
这严重影响到县政府的形象。我们那么认真在做，可是却被人家这样子抨击，我替你们忧心啊。可是好像你们反应慢慢半拍，好像也不当一回事。这公共关系课这一方面要加强一下。您是县府的化妆师啊？新闻传播科。是不是？是。所以你这个工作替县府团队化妆的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得好嘛，哈、哦，啊，你本身看起来也让人家觉得很清新啊，很舒服啊，那干嘛？为什么这个工作没有用心做好呢？也许你认为你很用心做了，但是我所看到的，啊、哦，也许我是鸡蛋里头挑骨头，但是我建议哈、哦，国际处这一方面哈、哦，真的要加强，哈、哦。从整体的县府的整个施政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记录啊，我们来看，真的我们县府团队真的做得很好，啊、哦，我们平常这一日常真的是鸡蛋里头挑骨头啊，啊、哦，但是我们的要求是希望能够做得更好，能够更贴近民意的需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朝这个方向来努力，我们会持续加强啊、哦。好，谢谢大会主席。谢谢江坚寿议员，我们接下来请我们陈副议长质询询答，时间十分钟。好，谢谢主席。我们建设处处长，还有我们建管科长，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哦。我在鹿野哦，有一位彭姓的先生哦，他这里都有房子，他这边都查得很清楚，说他是瑞丰村三林中山路70号，原来的门牌哈、哦、为瑞丰村38林中山路2-1号，这个是民国54年2月10日，一栋会处吧。结果有真客人老伙人唔知啊，伊个拆掉我个电器袂，即话说唔知有补救的机会无？啊，这位科长，请教副议长，就是他那个案子是不是要办更正编定？你说土地啊？还是说他房子要取得执照？我讲他以前就有房子，就有老房子，他现在把它重盖起来没有申请，但是又面临到他那个地又是农地，他要盖农舍，现在变转变农舍也不可能，但是有老房子，民国54年就有老房子了，有办法吗？以这个个案来讲，应该是要看他有没有办法依照现在的现行规定补申请农舍的执照。他那个以前不是农舍哦，是就是建物咯。因为这个其实应该说就是牵扯到，如果有原有合法就有的建筑物的话，他农地应该是先去申请更正编定。可是他更正编定，如果因为现场已经没有房子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办理那个更正编定，这样讲起来就很麻烦了、啊。所以就有法度补救。我补充起来哈，那个回都市土地编定是在民国72年11月16号，啊，当时在这个编定是地政署，它就针对现况，我们回都市土地的现况嘛，你农地就给你编农地，你若有基础就给你编你的就下。地政他来讲有甲种建筑用地或者乙种建筑用地，大概这两项啦齁。啊，现在就你有一些没有编到的，事后你如果拿到合法房屋证明的话，你就可以去办理更正编定。但是你房子要在，现在问题就是你现在房子已经不在。房子不在啦、啊。对，房子不在，你现在就没有办法办这个更正编定。这个就非常麻烦了、啊、就正如刚刚我们科长讲的，就是可以他如果是农地的话就可以以农舍的方式来申请。还有处长，是3年多前、我要做一条农田这个水路，为什么到现在每次的定期会我在讲就是没有办法实行呢？是不爱抓的对吧？是最高的啊，对啊，3年多前啊，一年时阵徐瑞贵要跟你做处长的时阵，对，有没有这个案子？还有我们还一大堆人，连关山镇公所都有到现场去会勘，连县你们建设处也说可以，
公所也可以，到现在已经超过三年了，县政府是摆烂是吗？不想要做，还是较偏向于台东市区，像你馆长讲的啊，现在所有的着力点都在南回县了、啊，政府都不管了、啊。跟会长报告一下哈，我刚询问我们那个水利科副科长啊，他也说记不得这个案子啦啊，因为当时我也不在那个建设处。科长你请坐。我是不是我们会后我们安排个时间再去看一下？嗯，对，会长提的案一定看了很多次了呢，很多次了，还在看吗？我有没有去看过？你没有去看过呀、啊？是不是让我去看一次？那以后如果下个月建设处长再换过，你现在去看，下个月换建设处长，不是要再看一次？我一定把它做完我才行。县政府难道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办法衔接吗？不是，我处长做起来都换一半，我处长换一半。我都叫人们科，应该说科那个所有案子哈，那个业务科一定要到场的。业务科如果到场啊，就是在德高那里啊。一眼建议的我们几乎都有做，那个非常建议的我们几乎都有去做呢。有做，但是这条灌溉工程，我讲你后壁牵连着30家无水好哟。之前我都讲过啊，啊，就是这个水沟啊，到今嘛要做，人嘛农民嘛在遐等到今嘛，我大家两面啊，我讲无法度啊，管政府都无想要做啊，怎么管政府都乱去啊，要安怎？会长，我们是不是不然下午就去看，好不好？下午吗？哎哎，你如果下午说要去看，我是会答应你的啊。但是看了会做吗？嗯，会不会做？我们先去看了，先去看。哎，我先去看。哎，这个会看都会看过了，现在就是科长跟我都没有去看过啊，所以就不知道谁去看。我不晓得处长你还没有印象哦。是，我在。上一次的总执行，我在念你的时候，喜乐贵从后面就站起来，对不起，我忘记跟吴庆龙吴处长讲，你还记得这一项吗？对对对，有。但是现在讲过了，你说好，我会做。到现在我讲你也未记哩啊，爱去看啦，爱去看啦，爱去看是啊，那个先开了，你别讲去看嘞。从今即摆要搁开会，搁要看，放看就搁等两摆，再过再搁来看一摆。这会看都会看了，定个算嘛能看了，这下子看你们做唔爱做咧尔啦，没讲啥物看。这进前都讲经费搁落来啊，进前搁有讲哦，讲经费已经落来啊，啊嘛叫定个数概算偌济钱，偌济钱拢好啊，拢 OK 啊，就是拢唔爱做。我们对会长建议的案子绝对不会说不会做了，一定是积极哈去找经费来处理。我一拖一现在半年了啊，不是说开会才要讲，开会才要讲，但是讲完了就放着，都不爱做啊。啊，是说等啊总执行，等管长拢来这块讲一遍，才要来做，哎呀，你无？因为确实这个案子目前在我们建设处没有资料了，是不是就请拜托副会长啊下午报个空，我们一起再去看一下。我就跟你讲，这个资料是在三年前的时候议员提案写出来的，全部都有去会看过了。那是不是会让我们再查一下资料？我现在我不跟你讲会后不会后，会不会做就好了。当初都已经决定好，所有的人去会看都说，连建工所，我跟会长报告，他都把事情要说针对会不会做哈，我做个说明了，因为我们是针对县政府的水利，它是针对排水工，有排水工人需求的部分，我们就会做。就那一条沟是排水需求工人的，我们就一定会做了。我就讲过了，上次就是说会做了嘛。嗯。啊，顶个人拢讲会使做，唔知人讲去会开，带遐济人去看，连顶个说所有人去看，看了会啊，好啊，
我问，我叫郑文硕讲，这大概计算一下，经费偌多钱，啊嘛拢算好啊。拢讲好啊，无问题啊。大概的定期费我都提出来讲一遍。啊，你敢未感觉？感觉管政府真正摆烂啊？所以要看进程，我是问处长，有要做无？至少咱讲好，一定会做的。徐瑞过迄个先徛者嘛，讲对，有这件，伊之前就讲要做啊，伊未记甲这个案件交互你，未记你讲，你还记得无？都有安尼讲嘿，对吧？嗯。啊，即话你做处长的时阵，就歹做啊。那我唔先，是喜欢我即马的建设处里面都没有，目前我了解都没有这个资料了。所以我就问你嘛，你会不会做你就讲就好了嘛。按起来。一样都是县政府，县政府建设处长哪一个人当处长都一样啊。不管是我们李处长当建设处长，只要他答应，也是会衔接下来啊。谢谢那个会长的指示哈。既然那个我们徐处长有答应过，我们就来做，会做了。哎，是，好，谢谢主席，谢谢，谢谢陈副议长啊。下一位，我们请洪宗海议员质询询答，时间十分钟。好，谢谢大会主席。有请我们建设处长，处长请教一下啊，延续刚刚的问题啦啊，我们的路平专案的费用啊，今年有编列多少费用？大概我们原来的就是在那个统筹会税款一般性补助的是多，不是的，一般性补助的多少？就不管什么预算啊，就重了就在路的部分，大概一亿多了。一亿多，一亿多哈。另外，我们在去年有争取一个花东基金哈，它是就是友善通行环境的哈。他编就是核定了两年，今年跟明年是今年是九千万，我们打算做台东市跟纵谷县，哈，台东市4500，然后纵谷县4500，这个是今年的，所以把经费经费了哈，这两当特别这两当经处的经费改正哈，阿美尼的做东海岸跟南回县，有比过去马英九的之前搁较济无？有啦齁，有感觉较济啦，卖犹豫啦，呵呵，这个问题我该拍回答。我比较不想回应说跟我们去做啊，但是有较济啦齁，比较过去比起来啦齁啊，我出地我来，这个是我们之前就提了啦，我跟你请教一下啦齁，咱常常齁，民众咧反映讲啊，这个都派去啊。啊，第一个反应是反应去公诉，公诉有当时啊，就是讲啊，因都无钱啊，是不是使叫管政府来做？目前为止哦，以你来判别啦，这条路是要属于公诉来做，还是管政府来做？它的一个区分的条件是什么？原则上大概是在各乡镇，因为台东县有16个乡镇市啦，对，在村四期道路，就都市计划叫做里面道路叫四期道路，是啊，跟那个村里道路就整个对来对坏路哈，对，应该是拢爱起公所用的环境啦，哈，啊，就是啊，县政府有向上级争取那个计划，就譬如说像深河线道路系统，是，或者是像刚跟议员报告的路平专案，有这种重要这种专案，我们会配合乡镇公所去争取，但是这个前者还是在乡镇啊，县政府的部分就是县政府有乡道系统，有县道系统，那咱以台东区来讲啊，台东区的都市计划区内的规个台东区市区，咱所谓的市区内底拢算都市计划区嘛，对，啊，这内底全部的道路的施作。照理来讲，拢属于公所嘛。是。啊，公所有讲哦，伊讲12米多以上属于台东管政府的，敢有这样的区分方式吗？它就是四期道路啊，没有啊。都通通都是属于公所应该要去施作。是目前来讲，大概是像那个道路为算砍草的部分啊，县政府有做了大概是马恩恩跟志航路，还有正气北路，这一些都县政府帮忙在砍。
帮忙他们啦，吼，照你来讲是，还有南岛大道，啊，南岛大道，啊，照你来讲，原本应该属于公所业务。大概是，县政府跟市乡镇市公所都是，应该是密切合作啦。密切合作，嘿，这因都这业务是因的哈，因的，但是因有什么困难出？恁甲斗三工安尼啦，吼，啊，那原本伊的讲法吼，四维路这种较大条的咯。强国街这种较大条的路，那嘛是属于公所爱来施作嘛？我就以四维路来做比喻啦，来做比喻。四维路在根生路到博爱路这一段，以前那个十几年前县政府帮忙做的那个人行道，那个博爱路以东的部分，在徐处长的时候就帮忙也做人行道，在根生路跟新生路中间那一段，就去年就政工施工者自己报那个叫人本计划去做人行道，就他们可以做的，好，他们就尽量做啊。如果不足的，不过我们县政府会帮忙，大概原则上。我问这个问题，不是要跟你刁难哈，是要凸显一个问题啦，哦，就是讲民众啊好啦，立场也好啦，哦，代表也好，议员也好，咧反映这個路的问题介济啦。这个等下我来问咱的国际处处长啦，哈，这个等一下再说。就是民众反映的这些之后呢，好像似乎效果并不好。那因为第一线就是公所嘛。啊，公所所表达出来的是讲伊的钱无够，啊无够的时，当然大家就是往县政府这边来拜托。我了解状况嘛是安尼，各乡镇市公所因伫编预算费，迄个建设经费全部拢无得编，一般的事务费就吃掉整年的预算。但是建设经费的哈，这个部分都要靠争取来了，都要靠争取来。谢谢，祝丢你哥继续努力啦，好，替我们争取多一点经费啊，改善这些基础建设。对，好，谢谢。只要中央有在我们相关的计划，我们都会极力来争取。好，而且在争取之前，我们会找各公所来研商，说他们有哪些跟这个计划有相配合的部分在。好，谢谢处长，谢谢。再来有请于处长。处长，我想请教一下哈，时间也不多，我先跳着问。刚刚我讲的说民众对于道路的这个品质啦，水沟的问题啦，齁，现在我们有一个1999专线，齁，1999专线可以打电话进去然后反映这个问题嘛。那这个1999专线的一个处理流程是怎么样，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民众打电话进来他有任何的陈情齁，他都可以直接在电话里面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说，那我们服务人员就会这一个陈情它是相对属于哪一个局处的单位，然后我们就会分派到那个局处里面，然后我们后续会做一个追踪跟管考，然后会回应给我们的民众。那依我刚刚说的哈，民众说四维路路上这个坑坑洞洞，所以希望四维路呢哪一段希望能够重新施作，那这一通电话打到1999专线之后，接下来要怎么处理？接下来我们的人员可能判断他是属于建设处的，然后就会把这样的一个讯息pass 到建设处这边。那建设处刚刚有说那个是属于公所的业务的，那我们就会直接把这样的，也有是公所的没有错，就会把这样的讯息再 pass 给公所，然后公所就说拍谁我没钱，然后民众就哇哦，差不多100通里面有99通都是这样，就说1999专线卡的不好啊。我也在想啦，1999专线如果卡有效吼，我想阮民意代表办免做啊，我把来开1999专线就好啊。我们来反应都未必可以施作了，我不懂1999专线吼，在这个处理流程上面，它到底，比如说你们有没有去统计过吼，100通里面啊，真正完成、真正所谓的结案，就说有真的有达到民众所，当然无理要求那个当然扣除掉了吼，那合理要求的部分有完成的，到底占百分之多少？这个我们请公务科科长官员，那个关于像民众反映的部分，通常我们会
如果是紧急的部分，我们会有一个派工案，就是从话务人员会直接派工给相关的单位去做紧急的处理。例如说，如果四维路上的道路有坑洞，那会影响到维安的部分的话，我们就会请警察人员会紧急的去做一个处理。然后后续当然像因为每一个路的路权都会分很多段，所以会依相关的路权分给相关的单位。例如说，刚刚建设处所说，我们分给施工所的部分去做后续。那因为路平的部分，可能还要看当地的经费去做前后的筛选，所以要依他们的单位在做后续的那个规划部分。所以你觉得199有专线哦，是因为你是外包嘛？哎，来，这个当初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因为有一些紧急处置的部分，当然警察单位或环保单位是必须先处理，但是对有一些需要经费的部分，我当时协调公所的时候是他们要给我一个期限，比如说3个月6个月，那你必须要做处理嘛，因为公共设施坏掉就是要处理嘛。嗯。那期限是必须定出来的，那会恢复给民众多久以前会处理，所以它是有处理的 SOP 的。好，来，这个处理我正要讲所谓的，就是你比如说水沟坏掉了，或有些它需要比较多的经费嘛。那我们会给公所比较多的时间，3到6个月。要说3到6个月，我给他3年，他都不一定能够完成。当初在规定里面，就在协调社里面是有期限的，那要请公所必须处理。当然有一些大工程不可能马上做嘛，那部分当然就另当别论。但是对小的设施的维护，那一般经常因为没办法处理的部分是有定这样期限的。等一下，这个卢处长说得很好啦，不过余处长麻烦你回去齁，这个好好的仔细的审视一下齁，统计一下到底是你回去看一下所有通报的问题，跟他最后回答民众的结论，跟我们这一本齁议员总咨询台东县政府执行情况之报告，这个内容齁我想跟我回应的差不多啦齁，就是本案已结案，就是没有经费就结案了。哦，这种的到底占了多少比例？我总咨询的时候再特别来问你啊，希望199专线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你们回去稍微统计一下，好不好？谢谢。好的。嗯，好，我们下一位是张坚寿议员，询答时间10分钟。谢谢主席。接下来就交由我们财经处长。这个应该就是找农业处，但是我觉得找你比较有效。没有，能力有限。这个有关金融了哈，因为兰屿地区目前为止都只有一台提款机，坐落在红头的邮局。那游客出入最多的是在野游，哈，所以也造成在地的乡亲的不便，当然游客更不方便，因为只有一台提款机可以使用。现在的人出门不喜欢带很多现金了，都是带着一张卡就出门。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为了要推动兰屿地区的观光能够顺利的推展，我们当然就要让在地人要游客也好，不要让他觉得方便。所以增设一部提款机是非常迫切的，哦。那目前有一个方向是比较容易设置的，好像是农会来设置比较方便。我的想法是这样，这个农会当然有因为他目前为止有一家小企在那里哦，那东青也会是这一家啦。那有关议员建议的部分哈，我们来看看所谓的这两家小企有没有意愿来设置。如果没有的话，基本上现在银行哦对设置 ATM 的意愿都不高。银行是不太乐意，但是农会愿意啊。农会愿意，他们而且据我了解哈，是农委会对农会在偏远地区要设置提款机哈，它还有补助。那个跟研报告，这台提款机的成本将近200万。哎，但是它有补助啊，农会愿意啊。我也征询过台东地区农会的意愿啊。我之前曾经因为海端乡就是力道附近要设置 ATM 的事情，去协调了很多的银行。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结果啦哦。如果农会有意愿，我们当然很乐意啦。那我们来协调农会哦，看他们或其他金融机构是不是有这样的意愿。当然，不管是在小区里面设置，或是在适当地方设置，我们都很乐观其成。那我们来协助这个事情。因为蓝宇反映这个问题了之后，我也请教过旁边的议员，他也表示地方很强烈的要求能够增设一部提款机。那为了这个，我也特别跟台东地区农会李总干事联系。李总干事也表示说，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台东地区农会愿意
啊，但是愿意，但是希望县府也能够帮一点忙啊，也向上级反映一下，然后他们会巡管到向农委会来申请补助。那如果有县府撑腰的话，农委会补助的这个可能性就比较高了啦。我们乐观其成啦哈，那不管任何的管道，不管是争取补助，或是在既有系统里面来设置，我们都很乐意来协助。那这个部分我们会看后续情形执行的怎么样，会再跟议员汇报。这样，处长，您设法一下了啊。是，以你的能力，我相信这个工作可以达成了。是，我所以地区农会是 OK， 他们有这个意愿，他们也愿意配合。我拜访总干事。好，好不好？好，我们来帮忙南屿地区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提款机。我们之前的议员也提到过啊，包括蔡依林议员也都提到过大溪，他如果农会能够恢复设置提款机的话，他可以服务到多两大组台版以及土版，这个区块有3000人以上。那而且这个地区的属性是农会的会员居多，农会的那个存款的那个存款户也比较多，所以如果有农会设置提款机的话，会比较恰当。你如果说其他银行的来设的话，比方说你说全家要设，我告诉你像这样的人哦，他也不他觉得说，哎，我这个农会的能不能进来面提，他不晓得有年限呐。而且在大溪部落那边来设一个适当的点来设置哈，他们刚好出入的动线上，哈，他而且有那个归属感，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不是处长来促成一下？他们在金融业务上也都希望可以获利的哈，那这个部分我们一样，我会去找太麻里农会来协调这件事情。那如果县府的能力范围内可以协助我们，一定会尽力来处理。那一样，后续处理情形再跟市长来做汇报。好的，谢谢，我敬贺您的佳音了哈，谢谢。接下来就叫我们接着处长。处长上次进入西域河川治理县的这个水利署的会刊，是。那天您到高雄去嘛哈，好像我们科长也有另有公务没有到场，只有我们承办的到场。那一天我很明白的跟水利署反映我们地方的意见，事实上我们县府为了这个问题也困扰了很久，是，但是一直碍于说县府没有足够的这个预算来布设堤防，所以一直到199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许处长的时候，县府才用砂石标售款，在办理清淤的时候，就把它做了一个一道土堤，可是才完工不到3个月，莫拉克台风一来，就把它带走了。原来我们以为说这个临时土堤设置完了之后，我们后续的标售款就能够来做堤防。当时许处长是这样子对我承诺的。但是很遗憾就被带走了，带走了之后，后来水利署就一直认为说，他那边要保留作为通洪区域，希望到都了这个山边为止，都知道要不作为通洪的区域。可是事实上，金门溪的整体的水流量，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知道，我们原来这个土地，就算我们现在这个暂时堆置的清淤的这个土壤，这个地方，它的排水断那个流断那个洪水的这个断面也已经够了嘛，是不是？更何况之前问我们说到底要保护的标的堤防布设堤防保护的标的是什么，我们也很明白的就讲了，保护南回铁路南回公路嘛，可是水利署还是不同意。那经过我们两次说明会了之后，你也很清楚的听到地方很强烈的要求嘛，哈，那除了保护南回铁路南回公路之外，很重要的，我们原住民就只有整个那个区就做那个地方是平地嘛，是，更何况多两那个北面山坡上，50公顷的那个山坡地，而且金门多两地区的这个农民原住民都在那边耕作，我们看得到，都是耕作的嘛，都是小米啦，什么红米啦，这种植这些嘛，他们的主要的经济作物都种在那个地方，他的产业道路也是要靠那边来出入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地方是殷切的期盼治理县能够往和中央来挪移，就是我们县府建议的这一条红线嘛。那水利署一直不同意，所以请处长你务必
要向中央来坚持说我们地方就是这么强烈的反应。那当天我也跟廖委员的这个办公室主任讲，我说我过去不支持廖委员，就是因为这个一直没有搞定。廖委员这经济委员会那么多年，这个合作自己现在都一直没有办法搞定。好，所以我已经很强烈的表达了，希望我们县府的态度也能够很坚决，说就一定要这样才能够符合我们地方的利益。好，虽然说现在南回公路已经有这个新的桥，它的南端的这个基础还是会受到影响啊。如果不设堤防的话，是合作自己县如果是靠山边的，一样会受到影响嘛。更何况我们铁路了，是不是？是不是科长呢？是我的观点对不对？是。哦，103年的时候，徐处长问我们说什么导入什么，那标的是什么？我不是很明白的就讲了吗？是不是？所以，我希望这个工作哈、我们县府能够来，全力的来协助，因为地方真的是很需要这一块土地，而且真的地区，你提防，你如果把自己县弄到山边去的话，将来会变成什么风灰沙的来源啊？你夏天的时候你注意看，你经过现在裸露地，一阵风来就是风灰沙，所以我们尽量把河面把它缩小，能够缩小，它只要有足够的通洪面就好了，过就好了，好不好？这个工作我们来努力了，这个我们在努力，但顺便跟江远报告一下，大概我们也收集民众的意见哈，然后大概我们会修正计划，要报水利署之前我再拜访一下那个。立委哈，跟他说明一下，拜托他先帮我们到那个水利署。对，一定要呼之立委，请最好是去拜访立委啦。对，就是我们会先。那我们要送之前去拜访立委，说我们这个文字上地方的期盼是怎样啊？我们送上去之后，还希望立委员哈能够全力的来协助我们。好，好不好？好 ，OK 好。谢谢。那另外，您答应我，东66线的替代道路。本来以为去年要开地方说明会，但是我知道因为连续几个风灾把很多工作都压下来，是，但这些工作还是要做好，即使是今年8月外环道的高架桥如期通车了，当然可以有效疏解金轮这个交通流量的这个问题，拥塞的这个问题，可是毕竟金轮它是温泉地区，它是有未来发展的这个前景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去处理这个东66线这个问题的话，永远金融文件发展不起来，所以我们的替代道路还是要做啊。这个我们根本就已经同意了，也都跟江远谈好了嘛，主要去年就是经费都用完了啊，是今年我们会一定会做好。好，谢谢大家主席。谢谢江远。我们接下来请谢贤玉谢员发言。大会主席，我们秘书长，还有我们在做工作检讨的这个各科室的主管在这里想请问一下那个都记课，都市计划课，我这边都市计划，比如说我说台东市这样子来说了。如果是都市计划通过的案子，那我们的比如说我们要开凿一条道路或是要做一个都市计划的一些作为的话，是我们自己县府就编列预算，县府编列预算来执行，还是我们可以向中央来要这个预算？看公共设施的性质啊，如果是属于那个邻里县的大部分都是我们地方政府啊县府公所自己去编预算来处理了。那如果乡镇也是跟县府要嘛，对不对？乡镇那就要看有没有该类型的公共设施的补助的案子，看有没有。因为我想要了解一下，因为我接到一个人民的申请案件嘛，是，就是立导那个温泉聚落嘛，他最近他这个都市计划通过了以后。我昨天有跟处长讲嘛，我在想说那个外环道那个是等于立导，我的感觉啦，我个人感觉是那个是最为第一优先。那这个我所知道的是温泉聚落那里要开一条道路因为那里有很多建地但是没有道路嘛
那现在这个陈景仁他的意思，陈景书我大略看了一下，啊，就是说，第一，他先水沟的设施先做的时候，也没开公听会，也没有征询地主同意啊，就做了，最高了做了呀，是，啊、哦，而且道路被开挖的时候，这个题外话了哈、哦，这个道路旁边所有的土地啊，在这个案还没有开始进行的时候，这半年内啊，这个土地全部炒光了哈、哦，都有买卖记录了哈、哦。那现在陈启仁的意思是说，我们政府这个都市计划道路啊、哦，自己编列预算，然后经过代表会的同意啊、哦，那就要去做这个道路。那这个有没有向县府报备啊？这个我是不是请那个土木科来说明？好，那你公车是开辟的部分，请土木科长来说明。不好意思，有关于这个案子啊、大概是两个月前哈、哦，大概绿岛乡公所开始自己发动说，都市那一段的都市计划未开辟的道路，他们自己要做征收，然后有开公听会，要自己开辟。那这个案子他是没有经过，有告知我们说有要做这件事情。那其实。各个公所他其实也可以，如果自己的财源有足够的话，他自己也可以去征收土地开辟，依照都市计划开辟道路、啊、如果各公所或者是县政府如果开辟到都市计划道路，如果是经费不足的部分，其实也可以循着说营建署的生活圈的部分去做争取的部分来开辟。好，谢谢，那我知道了哈。现在问题在于你请坐，可能我是要了解啦，因为既然是我要接这个陈景书，我就要了解一下内容，然后我再转我们县议会来处理哦。是，但县议会我在想应该也没有琢磨什么，就直接就又丢给你们了哈。那这个应该是都市计划的道路的开辟应该有先后顺序嘛哈，是不是应该先开公听会，然后取得这个地主同意？然后再来征收土地嘛，那如果不能征收的话，是应该也要先开了公听会以后，再来说这个强行征收的要件在哪里啊？现在应该不会是讲说用强行征收啦，应该都是用架构的方式啦。可是如果有官员去家里，人家家里跟人家说你的土地我要开几路啊，我你若唔欠，我就要强行征收。会当用我欠的吗？谢谢我补充一下。好，客厅你请，我跟处长讲哦。大概用地起的部分呢、啊，这个是在我们地政处的，他们会比较熟。但是我们因为办的蛮多的哈，跟县员报告一下哈。大概用地起，你要先有用地起的计划，经过中央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准你。一开始是就像谢院讲的，先开公听会、说明会，说明会就是办理协议架构，协议架构不成的就以征收计划啊，征收计划就是要刚刚我讲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准才可以做。好，那个，但是他道路还没有开的时候，水沟已经先经过私人土地已经完工了，那怎么办？没有开公听会，也没有征收，这样在办理这个工程的时候，没有取得地主的同意，地主当然可以主张他的所有权了。开单工就是外托的，你那给他做最高，就这样。哎，那现在这个地主啊，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作为？他是在最近才。等这些事情已经地主已经表达强烈不满的时候，再来开公听会，这样有没有本末倒置？已经对这个在行政上面有一点瑕疵啦。你要做工程之前，那个用地的部分你一定要先清查出来，哪一些是私有地啊？私有地的部分去办理协议架构，公有的部分去办理拨用。这个是工程在进行，这个所谓的瑕疵处定、瑕疵是到底有没有？那咱国务人员哦，做唔到代志，拢干那瑕疵尔。
啊，若百姓吼，老百姓吼做唔着代志吼，卡袂钓都要发啦，啊无都要共卡厝啦，无都要安怎呢？敢无迄个道理？一般来讲，阮拄过就是讲民众会使要求恢复原状啦。因为现在以土地来讲，就是那个所有权利哈，这是上大的，我的土地就是我的土地啦，嘿。好、哦，你要做什么作为哈？不管政府还是什么人，要在我的土地顶上做些，一定要经过我的同意啦。因为哦，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啦哈。我唔是立法院，我是管理，我当然是监督咱县府尔嘛。是嘿。我们公所主任有，公所有代表委员监督嘛。这个部分我们再跟嘿再来帮。但是。陈秘书是等哦，管理员嘛吼，第五个议员，我当然都要转哦管理会嘛。嗯，但要转进程啊，我一定要了解这个所有的内容啊吼。啊，伊有感觉，伊解委屈就是讲，伊伫咧倒遐，伊找所有的政治人物啊，无人有法度甲处理这件代志，而且等咱管理会啦。哦啊，虽然在。咱是有地方制度的层层的迄种吼，不过我感觉管路有当时啊，负有监督之责啦，对不？啊，所以讲我感觉讲，我若接这个案了吼，我个人的感觉啦吼，是不是乡公所应该管路应该有当时啊，甲乡公所的联系啊吼？各主办业务的联系是不是有当时啊？较常小可互动一下吼。啊，这个一加一等于二的，不可能一加一等于零，那是等于三的嘛。啊，谁来出这个问题吼？我感觉奇怪。哦，那照你讲啊，照我感觉先后顺序是讲，我预算来源，我尽量会当甲管府争取，啊是甲中央争取。哦，这第一嘛。过来就是讲。咱整个地区的都市计划有介侪项目嘛，有水沟啊，有路啊，有啥物个？我爱看对一项是较第一优先，对无？过来就是讲，爱有利益回避的这种作为嘛，哈。当决定好这条道路要开凿之前，不能把这个消息走漏出去，哦，啊咧插地皮，有诶无诶，安尼吼。过来就是要征收进程，要动工进程。就是像您咧讲的，爱开公听会嘛，哦，大概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然后再来报，哦，看要怎么样来做征收的动作或架构的动作嘛，这样的程序都完备成的时候才能动工嘛，这就是程序正义嘛。啊，若是讲安尼无做，本末倒置，刚刚几个行政瑕疵，诸多你认为安尼，咱个国家会个？国家的公务员安尼做，咱的国家会进步吗？哦，所以我这案哦，龙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哦。啊，我先把这个申请案件哦，报告主席，我就呈给议会哦，议事组。好、哦，好，谢谢，谢谢。好，没有问题，我们来协助。那接下来下一个登记质询人是林参天议员，询答时间十分钟。谢谢，报告主席。那个建设处。出庭，你认为咱目前的刘兆立委有做代志无？直接讲无要紧啦。这不管做什么职位，拢爱做代志啊。是，但是拄只我有听到咱的副局长，你讲到关山的真侪的西装的工程，是不是你代夫之手，或是跟我们的副议长处得不好了哈？我不得而知啦，无嘛吼，你两个本来就怪我啊。是是。但是徐处长为什么无把这个代志跟你转达啊？和副局长知影？为什么？这是一场政治斗争吗？没有那么严重嘛，嘿。但是你要小心。最近啊，有讲到龙辉的小金库的代志，目前的徐处长是龙辉处。啊，请他保重。最近检调单位一直在追查这个农业处这个小金库的问题。最近有许多公务人员被传讯，依贪污治罪条例在查办中，拭目以待。所以讲，徐处长已经做代志，无甲你讲贪白，
受到你和副议长甲你误会，我为你感觉冤屈。但是咱来了解，伫台东的时阵，唔免你伫渐渐甲提升为男女对决，没有必要。台东毕竟是我们的故乡，政治是一个临时的政治舞台，监督是议员的本职。我不知道各位往后看一下那一张，大家看那个画面一下。兰屿的环岛公路，前天刘兆好立委在交通部，包括兰屿的乡长，争取到3.46亿的兰屿的环岛公路的建制，不分蓝绿，给他一点掌声。我也期许，在这个兰屿的环岛公路要建构的同时，我们杜基科长，来，你请讲几句吧，发挥你的高度智慧。在整体的环岛公路的建构的同时，我也希望你跟观光旅游处一起努力，跟乡公所合作，来打造一个优质的兰屿的一个观光的圣地。把这个趁着这个环岛公路的建构的时候，顺便把环岛的公厕把它建构起来。请问兰屿有几个村庄？那个按套规章啊。我先跟丁议员报告，因为兰屿它并没有都市计划，丢，但是并非都市计划地区了，对，是，但是你有专业，所谓的专业，第一个在土地上的取得，包括距离的使用，这个你都很了如指掌。你那个铁村，你个观光旅游处铁村，我都是建的区，那是偏乡，这不是在我的范围内底，但我有我的前瞻性，我咧看。来你的环岛公路建构起来，顺便把公厕把它建构起来，打造一个优质的环境，咱共同五忙了。哦，啊，因为你土地你该内行嘛，哦，啊，观光旅游处有观光旅游处的江处长，伊过去嘛是土地出身的嘛，啊，恁不谋而合，恁来当甲咱也相共建构起来，包括来你的港口是不是要合并，主动把它建构起来，来你的机场是不是要延伸那个跑道？就看我们的议长的荣誉智慧，也给兰屿人一点希望。施政是不分蓝绿或统独，爱台12建设的马英九总统8年3兆多，民进党的蔡英文前瞻计划8000多亿，我希望放手吧，让蔡英文总统能够在施政的同时，对台湾的任何的改革，全民取得共识，为台湾加油。我不希望看到台东的县议会是变成一个蓝绿对决，消耗整个台东的施政的一个作为。不管黄建廷在任内他是好是坏，但其实一个前瞻性的黄建廷，我平常心讲，他是学美国教育的，我们不可否认他带出台东也有许多很多的小小的光明灯了，我们不能一昧的说它不好，但是在这同时，我们要感觉到台东的发展基础产业到底在哪里。建设处，我希望你们在对两个离岛的港口，是否能够把港口回归给当地乡公所好好去管理，做一个整体的配套。黄建廷在施政报告里面说，现在要加强沪港港口的建设，已经经过了7-8年了，现在才要讲建设。这块你建设不是那九类大国用吗？错了，做整体的规划了。绿岛的公厕够不够？兰屿的公厕够不够？我们沪港的停车场是独立招标吗？来，请说一下。沪港的停车场啊。我改天也不可哈。那个沪港港的业务，它是水农业处的。不是啦，沪港港的那个停车场，那是水招标的。就是沪港港相关。是农业处招标的嘛？对不对？还是你们招标的？不是我们招标的。好。那我希望说台东，有关李岭中总的一些建设，尤其丁字路口，我们是否在前瞻建设也可以要求中央把台东的丁字路口的土地尽速的征收，让消防能够打通，打造一个生命财产的安全，让来做这种，那你们鬼刚底下绑热气球了。激情过后的台东到底有什么？一中市场的冷漠之后，台东又留下什么？我们放弃一中的市场，是由也前瞻性的走向国际社会。那个国际科，那个科长、处长，当然了，要行销台东还是要一点时间了。
在这个过程都还没有办法去收获的同时，我相信你在打造一个台东一个国际的能见度，也顺便把两个离岛把它纳入，那个是台东的宝了。如果它应用起来，那两个宝是可以探索，可以发光发亮，有很多财富可以进港的。但是你们不能用一昧的这样的施政的操作，有分啦、啊。包括人家领喜欢你买分多少钱呢？但买了放下了，这临时的啦。来一个绿岛，你们打造他们的港口的规划，你们满意吗？你说，我问你吧。徐包议员，其实我们这次的前瞻，我们也针对蓝屿岛，我们也有提相关的建议。加把劲了、啊，地方民怨的声音去听一听了、啊，绿岛蓝屿他们整体的规划的动向要怎么去打造，一次到位了，你去底下拨来拨去，尤其你到绿岛去看一看。说真的，我不舍得说整个绿岛哈，它有序的环境是将被破坏掉了。今天不保护，改天我们就后悔。我们要依然看到好山好水、青山美色的那种意境啊，那是不容易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有序经营的一个环保新概念，在台东渐渐来推行。那是不落地。我们这些计划也麻烦议员可以跟中央帮我们。中央你比较熟了，我已经被排除了。我只是给你轻建议，借着你的手、你的口、你的智慧，跟中央联系，在整个前瞻计划继续给台东一点点的建设。那就有关你移民移乡的问题，本人以为移乡本来是一个移民一个生产工具，但是现在被操作为一个政治对立的工具。为什么原住民他拿移乡没事，为什么我们不找廖国栋谈呢？廖国栋委员他也是立法委员啊。错了，不要政治对象面哈冲突的太难看，那个不好。咱拢知影讲移民，迄是就是因祖先留落来智慧，因要掠鱼爱靠以前。咱集思广益，把原住民主甲平地找下来谈，在我们的移乡的使用的办法，第一个安全的管制以外，我们是不是适度在几个海里或是在一个近距离的范畴里面，让移民可以有序的去生活生存，我们来谈这个了。那你今天你把说移民的没有移枪了，那原住民为什么可以移枪？那原住民的枪可以有敌火，我们的移枪没有敌火怎么办？放下吧。工作检讨的同时，我也希望我们的税务局长秉持的一个公平、公开、公正来施作。因为你的老公现在回来台东，好不容易当了政风室的处长，我期许他那个往日的威风跟那种风采，跟那个坚韧不拔的那种光明灿烂的那种心理的刚正不阿的精神，能够放在台东县议会，能够放在台东整体的一个施作里面，好好的监督台东。尤其我期许我们政风处长，是我能够好好来调查一下湖岸当中周边的土地，为什么那里的土地包括木麻坊一分地还能够高达280万，这是他的良知。请勉各位的同时，我希望我们的建设处长就台东的永续发展，对任何的水土保持你要加把劲，这是你的社会道德，也是你的良知了、啊哦、打造一个美好的台东。我不希望说因为在关山地区有两个业有好几个处长，但是那个地方却里面依然没有建设。我们的关山的清水公园如今是怎么样，我相信你也会了解，但是我们还可以 回头问问喜乐贵他的心情是怎么样。谢谢各位主席，谢谢各位。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陈志峰议员询答，时间10分钟。30分钟啊。谢谢大会主席。嘉南地了哈，这边田我落红天田，你们还感觉欣慰哈？啊，过另外一点哈，在当年委员那个一个叫陈寅的，不是只有廖国栋，还有一位叫陈寅，也是原住民的我们的区域立委，哈、哦，这言归正传。来，朱局科长，我不是演讲出来怎怎听？咱的迄个停车格，已经嘛拢招标出去啊，是，啊嘛开始收费啊，5月1日一开始，哦，拢开始收费啊，是。那我一个问题我请教吼，伊有签约金嘛？啊有回馈金无？嘛是有。嘛是有嘛吼，是。咱将这签约金甲回馈金用伫什么所在？啊，目前规个就是成立一个迄个基金，嘛是用于咱这个停车维护管理。
维护管理，哎，是维护管理是伫台东市还是台东县？目前咱收费的范围就是伫台东市嘛。无啦，我讲这个回馈的，这金额是对于整个咱台东县会做一个建设，还是道路维护嘛？嘿，目前这个咱收费的规划吼，除了这个台东市的路边停车以外，副工鱼港嘛有，这拢也是我包的。啊，搁咱新生地下停车场，啊，搁市公所有一个停五停车场。过来，咱目前有关于如果要办的是咱这个台东新站站前。拢有啦，关山呢？关山目前也未开。有用到咱这条钱无？我要跟你请教是讲，是因为这条钱有使用伫咱台东关什么所在？可能无。这样我报告一下哈，大概是就是我们招标嘛，招标那个钱最后就进县库嘛，啊有需要的我们就编预算，这是就那条钱的入关口嘛。嗯，我跟你讲较紧啦，是，所有停车区拢伫台东市啊。嗯，道路维护是市公所咧道路维护啦。啊，恁总结回馈金、总结签约金，当然，恁一个地方政府，你要照顾全关无唔对。不过道路维护是市公所，不过这条钱了，恁是用着全关，市公所并无分着什么物件。我讲意思，你敢听哦？我听，嘿。比例原则。好。是不是？那讲你那，恁专管使用，结果是我用乜施工所都维护。我阿替讲两句啊话啦。我希望伫恁边内的经营下吼，施工所，恁那着道路咧维护啦，什么扫什么拢总因，唔过恁钱拢总编入伫外口。我希望恁那。在这个部分稍注意一下。好，哦、我的，哎、欸，我不要再说，只要注意一下哈。好、哦，林小姐，那个，哎、欸，那个计划处吧，那个意思吗？我们现在那个路边那个什么 ，U bike 是 ？O bike 啊，是。那个车，那个脚踏车啊，现在是还是你们执行单位吗？对，我们现在是窗口，是。是窗口。也是你们执行单位，执行是厂商在执行，我们只是那你可不可以简短的讲一下，车子去借哪里还？车子在任何地方，你只要用手机的 app， 你有搜寻到那个车子是可以租的，你就可以直接到那个地方就直接可以租。就是现场嘛，你看到车子你就可以租，感应可以，你就可以租嘛。对，是。啊，他放哪里？他放的地方就是随便放。我们在他的那个契约里面，就是说希望民众他是停放在。不要讲希望，我是说是不是随便放，你哪里都可以放，时间到锁起来就好了，是不是？在应该是这样嘛。基本上是这样，对。那停的位置用意是这样嘛？对，停的位置需要是。我之前的竞选总部中华路一段298号，天华天康区的。停三四台，我有照相，谁来收这个车子？这个报告议员哈，这个我们有跟厂商反映哈，那厂商因为他的台东的这个维管的，处长，我跟你讲，为什么会有这个？我之所以为什么会问你这个问题，因为就是有店家哈，我来客人家给买一个焊机所徛的，我打电话来做照。我这个是要叫乘客追来个吊照，还是要当作粪扫个天照？恁的厝嘛无用顶物件，是不是呢？我厝塞咧，我车塞咧，恁厝下，你讲我，你报警察违规停车。不过事实啊，你徛，借咧方便啊，徛咧停咧，啊就等咧啊，我来做照啊。啊，到底迄台是上诶？啊，无咧用基本零数，家己甭徛。不是在后续这个问题里面去解决呀、啊，不是讲恁的好意，讲我用一个手机甲摄着，我会当徛，啊徛到最等的，哦你甲等不要紧，啊什么也要争议啊，你听得懂吗？我讲的是说，谁要去整理，谁要去把它调走，这都是厂商他必须要负责的。哦，那边个门我不敢门啊前面，好，你说厂商总共有几个人在台东管理这个车子，这些脚踏车？
他们这两天才跟管理的团队达成。差不多多少人？报告员，我的确还不清楚。有没有十个人？可能没有。我自己认为是没有。对嘛，那个问题不是存在吗？我们最近你的脚踏车骑了，我们最近一个放在富冈，一个可能放在资本，那你们怎么去收呢？这个厂你们的美意哦，要我跟你讲那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嘛。我们最近你看嘿，我今仔该出去吃一个饭，对啊，过年看了，插在路边，啊插个怕十二的，门人啊门怕鬼。我有没有这个权利？如果门打开，我有没有这个权利？我不要这三台车子，我要丢出去外面的。我有没有这个权利？如果是我住家，我有没有这个权利？我不要啊！你干嘛丢我前面呢？我有没有这个权利把它丢出去？组长，你觉得呢？你的住家当然你有权利。对嘛，我有权利嘛。对。可是这个又是公务啊，毕竟人家是招标。你的美意啊，因为我跟你那么好，我不好意思丢出去，我会去把它放好，可以做一挂代志。没有，我无法坐好好像我这款耐心的，哪个肯出？谁的店家要让你放车子啊？哎呦，没人要来收。啊，以后你有没有想过，以后那种你或许三个月后少三辆，三个月后少三辆。或许都被肢解了，你也不知道。啊，那个全都为了活水活啊！以后我们水中运动训练协会再下去捞又有那个什么欧拜克，可能内底可能来几台啊，我不爱骗。你莫放心，我天天来啊，七十年，是不是？那后续那个要去处理啊。我们会请厂商针对这个方面，我就再去注意哈。好、哦，你请坐。谢谢。那个，卢处长。我请教一下院长，咱鲤鱼山是要上去鲤鱼山，有一棵榕树，是啊嘛，一长是啊。我唔知伊的现状啊，是。有啦，我拢翕相啊，是啊。啊，你甲我讲一下吼，应该我先问地震啦，不过有地目的问题啊，遐地那是到底是安怎？因目前伊个土地所有权吼是国产署在管，但是伊个管理机关吼边仔个迄个林区个部分是林管处在管啦吼。啊，伊内面迄大遐应该唔是民政处，就是城乡发展处。哦，当初县政府里面有是遐吼。哦，没错，来请。先报告一下哈，大概伫他四个月前哈，因为鲤鱼山登固以来哈，盖些单位拢比较需要，哈。啊！伊都市计划是讲安尼啊，无剩四十几秒，我讲较紧。那是你的选择，我希望啊，吼，我建议啊，迄丛树啊，正已经哦，你请人哦出去看嘛，那确定是已经死丛啊。哎，咱个清标。OK， 进前咱一个已故我们的前议员吼，伊咧建议讲游览车要去哩，你是我在回转，技术无多。你呐，咱会使迄丛清标，你要做一个公文，限高。有人听我都去哩，这个就不是上面回转的问题了。你人家去往这停啊，是不是底下应该能做一个规划？啊，你要那块那个地方，哎，属什么人管理？你说规划？我这边我有分配，有分配，分配。哎，到移民处、教育处，那我拢有分，啊，个民政处，啊，因的以外就是拢我负责，哎。哦，好了，我来回来跟我讨论了哈。好，你请讲，谢谢大会主席。好，谢谢陈志峰议员。我们今天上半场最后一位质询的是张卓然议员，询答时间十分钟。谢谢主席，谢谢主席。下午哈，各位一级主管的科长，各位同仁，大家早哈。那个建设处哈。我是这样想好了，你脑筋马上动一下哈。之前这几个会期临时会啊大会也好，本席曾经给你提出了几个意见哈，啊，在关系到卑南乡的问题，哈，还有我们延平乡的问题。首先，我想我再三的强调，卑南乡的这个太林溪的河流
我讲太明晰了哈，是，就是泰安一直到了槟榔到马榔到台东出口嘛哈，对，这个心对槟榔乡当然是首当其冲，但是后来我讲这句话又感觉也不太对，应该到最后的首当其冲就从根生北路南往北南一直到大台东，将来这个 河流的水整个灌穿台东市区。是，那好几次在大会中跟你提出，临时会跟大会提出，然后私底下我也跟你处长也请你过，也拜托你过，希望你能够在非常忙碌当中拨空去现场看一看，啊、哦、啊！但是在这里呢，也曾经处长派了相关单位啊、哦，水利单位也好，相关所也好，我们到现场去看。那泰安地区这个区块里面，处长也看过了嘛，哈、哦？人民有100多人，当天下大雨，大家也没有拿雨伞，就宁可给他淋雨，为什么？当地的百姓，泰安村、太平村，所有百姓都参加100多人。那是我从这民意代表到现在，说为了一个地方的建设，会有那么多老百姓去关心的，几乎少见了。是，那表示说它是威胁到人民生命财产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你，这是本席的看法。那相对的老百姓要我转告说你好好跟处长啊跟县长谢谢啊，他们就问我，哎，宜湾啊，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所以你曾经我问过你一句话，有没有处长要玩真的还是玩假的？这句话是这样来的，我跟他讲应该是没问题的，是玩真的啊。那我现在是不是请教你，之前老人听科长也在讲，听你也在讲，你们在想办法设计哈，规划设计，现在进度到什么程度？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关于那个泰安那个太平上游那个泰安，那件事情哈、啊，也感谢那个张野那天的陪同了哈。啊，之后我们就开始请顾问公司设计，目前状况已经设计好了，大概。这个月底应该就会发包。是五月底吗？哎，五月底嘿。那科长呢？科长。是。是不是五月底？是。大概了哈，不能说很准确，这发包的事情。应该预算书已经确定了啦。确定了哈 ，OK 了哈。好，在这里哈，代表北仑乡我们太平村跟泰安村的百姓哈，来向你说声谢谢了。另外那个。郑东东马祖庙前的梅园溪的那一条河流的堤防跟贯穿台九线的涵洞，那个地方现在主要是那个涵洞哈，因为它整个那个野溪哈，我那天去看的结果是那个涵洞太小，它是1米4方而已。是是是，我们光看下游哈，下游大概是2米半4米高嘛哈。是。光看那个下游的那个我们的那个溪，那个涵洞不够大哈。已经我有口头有打，就是有打电话给段长，段长说要安排时间再去看一下。哎，那个一米端方的那个涵洞，那个水量那么大。有办法排泄吗？不够，嘿，不够哈。是。那有没有办法克服？对他，那个段长当然是要找时间去看。那个台九线已经做好的，涵洞也做好，现在如果要打洞的话，安全性的问题，我想他们有办法克服吗？我想他们应该有了，他们公路单位专业比我们强。应该没问题了哈。是。这个麻烦你积极的来追踪好不好？啊，因为这个问题太严重，因为这个事情哈。为什么会这样讲？上次会起我也这样讲，如果你没找水积起来，它流不出去，整个水就往出入中孝东路、中孝路一直流，从出入流到民丰，民丰流到美浓，美浓就下槟榔，一直下来了。啊，这条水呢，如果流下来一直到槟榔，说不定就到绿色隧道了。哦，我想这两个问题是不是请处长哈？用心跟科长来追踪一下好不好？好好好好。另外一个问题哈，
尼伯特以后啊，这个复眼重建的问题啊，其实我最近在看县政府的科长跟我在保持联系哈，我一直内推了，台中市的我就不谈了。既然对变人乡这么关心哦，你们的科长在保持联络，甚至深夜都在联络这个事情，我想你处长哦应该给他们多多奖励的。好，而你的团队里面呢，毕竟这一次的尼伯特复眼重建的工作真的很用心了、啊，这些都是对公务员来讲是增加一个工作量，平时正常运作的量多少，现在有这个事情发生，当然这个工作就增加了嘛。啊，再说我们裁员接济嘛，然后还要动脑筋想办法找裁员哈、啊，这个当然是建设处跟横向沟通啊，财主单位哈、啊、取得联系，他们的协助哈、啊，我们才可以顺利嘛，对不对？我想这一点应该给你团队做一个很好的鼓励。跟各位报告，我们吴正颖科长候选台东县的模范公务人员，是哦，是有好处长才有好科长是吧？还是有好科长才有好处长？好，在这里哈、哦，我是最近的感觉，然后认为说有意见，我们当然提出意见了，但是同仁之间的辛苦跟我们化解的，我们应该给他鼓励了哈、哦。在你的团队哈、哦，你应该多请他喝一杯了哈、哦。另外哈、哦。我看了现场施政报告哈，预算难挡推动基层建设。现在我要讲的是说卑南乡，现在我们县政府讲的是大型建设，但是我们过去有省政府存在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讲基层建设。现在我在议会上听到的哈，我们政府公部门哦很少在谈基层建设。我就跟县长讲嘛，这种事情。如果我花十万块钱，全县县民掌声如雷；如果你花一千万而没有掌声，请问你要选择花十万还是花一千万？财主，我问你要花多少？管财主的，你要花十万还是一千万？我的看法基本上看事情的本质啦，因为有一些。符合公益，有一些民众不一定会掌声嘛。但是，我知道议员讲的意思了。我想民众的观点很重要，那这件事情的本质也很重要。是，当然了，我在这里讲说，大型建设、未来建设、前瞻性建设都是很非常重要。但是相对的，当下的生活周遭问题，一定要替人民解决。好，真的是吧？所以我说，十万跟一千万，当然要选择哪一部分。如果当务之急，如果财务状况允许不允许之下，当然我想说双向进行嘛。短中长期，当然长期要进行，短期的、眼前的也要处理嘛。这是我的看法。好、哦，财政市长请坐。好、哦，财政市长，我这样讲的话，话又收回来哈、哦。我们的基础建设已经现在好像比较弱势。那弱势的情况之下，就是说建设处长拜托你一件事情，我们有路敏专案，对不对？对，你们有发现这个问题，应该做得很好，做得不错。但是相对的，你们做主干线，哈、哦，比较有名气的路啊，哈、哦，你们有做了。但是它比较没有名气的，就是村里道路啊，乡里道路巷里面的啦、啊，比较小的，或村庄里面的大条的，你们都没去做嘛。我想说这个路品的问题啊，啊，铺设的问题，希望建设处啊，拟出一个款项出来。像我卑南乡来讲，你是从出入大出入地区，大出入地区包括美浓出入嘛，加翁嘛，啊，下来就是槟榔嘛，啊，再来就是太平、中兴啊、泰安啊、温泉啊，然后到富山了、啊、哈，啊，立即复眼，这些大型建设来讲，但是一般的道路来讲哈、啊。就比较欠缺，乡镇公所财务比较困难。我想在这个部分、哦、希望处长、哦、你很了解基层，你很了解这些问题。我希望你再回去以后，这些预算里面去调整。我看完县长施政报告里面就是说，预算是难挡，推动很困难。里面没有写推动困难，是我讲的，是昨天县长有讲，很多预算钱找到了，比一个洞口一样嘛。做那个消防那个什么分队的是吧？
全拿到了，这两天到位啊，啊，土地也讲好，突然就变卦了，传统礼仪的问题啊，啊，又不能又停在那边了，啊，所以很多在这的问题啊，我想，县政府的团队的努力了哈，所以在非常困难的财务状况之下，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我们是给予掌声肯定的，但是我们希望说这些钱你们能够拨用一点，财政处长也请你注意一下。拨用一点给地方做修修补补的事情，啊，我一条都在暗示哦，真的是交通上安全的问题，好不好？这一点以上。这个部分我们再跟乡公所来先商量。以上的提供意见了。我补充一下，大概今年路平的部分，边南乡大概有1000万的额度了。啊，要做哪里？我们再跟公所这边来讨论。1050吗？谢谢啊。谢谢，啊，谢谢主席，谢谢。好，我们也恭喜我们吴科长获得模范公务人员的殊荣哦，非常不容易。那因为我们今天的上半场的时间延长到10:30才结束，我们照例给各位20分钟的休息时间，我们10:50再继续开会。好，我们继续开会。第一个登记行打的议员张万生，张议员行打时间10分钟。好，谢谢大会主席。好，我们建设处处长，建设处啊，处长你好。张议员好。在尼泊特台风之后，你有走过这个197线吗？整条路有走过吗？对，尼伯特还有莫兰蒂哈，连续三个台风大，现在就目前大概灾附近的部分哈，只有一件，就是在那个鸾山桥哈，鸾山桥，因为它要地质钻探那个部分还没有发包出去，其他都已经发包出去了。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在12.4K 那个部分哈，因为。每天有人走这条路，你知道振兴这个路就是单行道，对，那个路面下陷，你现在都还没有补那个洞，真的很危险啊。所以说我就问处长有没有走过这条路。大概在去年年底哈，那时候就春节的时候之前我有去看过一次了哈。现在详细的现况是不是请我们土木科长说明一下。好，保议员，有关于那个振兴的部分，那个已经都发包完毕了啦。那有关于那个现在还有下线的部分哦，那大概是我下午会再去看一下，如果需要紧急修复的部分，我会先把它修好。是，因为那一带就是刚好有一个转弯，路又很小，真的很危险的。如果你现在还不处理那个，你说那个30几个那个部分，那个是那很少的，你要去走。那个是我讲的，现在12.4K 这个部分，振兴每天都要走这一条路，他们反映说这个都没有人关心这一条路。是，所以说我现在在跟建设处处长，你可能你们都没有去关心这个这一部分呢、啊。包议员，有关于这部分，我们之前灾害发生后，我们会先做临时处置啦。那这个部分应该已经发包完成了哈，那我会找厂商先赶快先去看那个部分，先施工。那个是同一个标案、案件吗？是，就跟那个39K、36K 的不一样，我们分好，因为案子太。地点太多，我们分好几个。慈善观赏的部分是一个标，已经发包了。啊，那个另外一标就对了。是，可是你那个都到现在都还没有做。是，我看你已经发包好了。建设处吼，好像是都没有关心这一条，因为这条路都是每天都有人走。是，希望你赶快把这个那个下线的那个道路赶快补好，处理好。希望这几天就该做好。好，因为现在大家都农忙期了，
也要到了啊，这个又是转弯啊，那个路又是那么窄，你不注意这个很危险的啊，如果是万一有事的话需要负责啊，这先夫可以敢负责这个问题吗？哎，包医院这个、部分我是马上已经发包完成，我请厂商这个部分先把它施作完成。我想是尽快把这个，上一次我就跟处长讲过了，有知会过，但是还是一样没有处理，所以说啊，希望我们牵涉处啊啊赶快处理这个这一件哈。是啊，拜托你们了。好，是会啊，是啊，谢谢处长，还有那个是什么科长，科长哈，是什么科？好，谢谢。是啊，开心处处长。104年、105年度无自来水第一期改善这个计划，105年底截止嘛哈，核定的经费是4000多万，是，核定的是有19件，是，啊，这个19件是哪，在哪里？19件的部分哈，19件这个，放在大武太麻里程，我想是不是把详细的资料我会后或是这次的公文送给一眼参考。包含的成功，然后台东市卑南，其实在各乡镇都有。啊，现在没办法、啊。我这边手上有资料，我手上有资料。哎，一眼要我把它念一次吗？我想是不是包括那个振兴这个地区？跟也报告振兴案子的部分哈、哦，振兴的一个现况的部分哦，就是5月4号那水公司再次的一个重新再勘估过了哦，那已经送评比当中，振兴这个案子目前还是没有核定。可是会勘的好几次都还是没有列入到这个19件就对了。19件的部分都已经在执行当中的，那振兴这个案子目前为止还没有核定。那因为在核定部，他必须把经费初勘了以后送到水利署，依照它的性质进行评比。那目前振兴这个案子为止还没有列入哦，那今年度的部分又再次送评比，那每一年会重新评比。那如果是在它的评比是以经费高低的部分来决定它的次序哦，那如果它的在它的评比里面，那就会进行试作。我说这个振兴这个部分，它困难度是在哪里？是什么？它目前为止哦，它之前是因为它已经超过那个加压站的数目、哦，超过了3个加压站，所以它没有办法来送评比。那目前为止，它今年已经放宽了加压站设置的一个标准哦，所以我们今年又再次的来提送。那这样的案子基本上在台东县有很多了哦，我们也都陆陆续续的跟水利署还有自来水公司来做的争取哦，希望可以来做新设做严管的一个工程。希望我们很清楚这个问题赶快去处理，因为又台风又来了，那个地区都是吃那个山水啊，台风一来山水越水管又没有了，又重新塞机拉管。这部分我们了解民众的需求了哈，那大家整体预算经费有限，在全国在分配嘛，那我们会尽量来替台东的县民来做争取哦。那但是有的时候受限你真的是经费有限，还有自来水公司支请的人力也有限的哦。那我们会再来跟自来水公司协调、哦、这部分增设哦那个严管工程的部分的进度。这个振兴这个地区。大概的经费大概要多少？总经费哦，他们没有把那个，他们还是我们县府去补助他们，还是用那个经济部水利署那边有。经济部水利署那边他们会专案来核，就是都是专案，都是中央的经费，用中央核定也要直接给自来水公司进行施工。应该是用专案去补助就对了。水利署他们有编列专有的预算来公务预算呢，来核定给自来水公司进行施作。啊，希望我们处啊，财经处啊，把这个事情赶快处理啊。因为该地区的那个饮水的问题、就是啊，这个我们理解民众的需求、啊。很严重了哈。是。好，我们尽量来争取，尽量争取。啊，处长。国际发展及计划处，啊，你好，我们那个鹿野乡瑞龙村啊，第一岭、第二岭这个地区哈，距离
瑞源火车站大概 1.5 公里的距离，那个地区光纤啦、网路啦、WiFi、光品、第四台什么都没有，是不是我们县政府能不能去补助？那议员，我们待会就是跟你把那个地址抄下来，我们去了解那个地区，中华电信跟第四台的它的网路的线路的状况。因为那个地基是好像是在那边什么都跟不上其他的部落，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建议说，希望我们县政府能帮助他们，协助他们，让他们有跟其他的部落一样的那个生活的品质啊，因为他们那边连手机都没有收不到信号，所以这个地基应该要关心一下。好，这个我们来跟中华电信沟通，待会再麻烦议员给我们他的地址。什么收据？我们会后我们就会跟中华电信那边去了解。应该要去会勘一下让他们让你们了解一下那个地区的问题在哪里。希望我们该住要关心一下这个地区。好的，谢谢。好，谢谢。我们对不起。谢谢。有人在问说30几年的房子还要缴税吗？跟詹演报告，第一个哈要看它使用情形，然后要看它的建筑的那个构造的那个材质。这样。对，简单讲，如果说我们自住的房屋课税限制，去年是10万，今年是10万1000以下就免课税。越来越少就对了。越来越对，因为你折旧下来会越来越少。可是我们今年有调高这个价值，就是说10万1000以下就免课税。但是你如果营业用有出租等等的情形，那不管你课税限制多少，我们都还是会开征，还是要缴房屋税。只是越来越少，就都到10万以下就自住的才不用。那你如果有营业有出租，那都是还是要持续缴房屋税的。好了，时间到了。好，谢谢巡长，谢谢大会主席，谢谢。好，谢谢张野，我们接下来请江监授张野巡答，时间10分钟。谢谢大会主席，接下来我们接受处。处长，我们山里部落原来是林业用地，后来103年的时候完成更正编定为乡村区移种建筑用地，可是地上的建物因为过去是林地，没有办法申请任何建造，所以都是无照来新建的。最早的是在王公政明时代，74年以前。那后续因为实际居住的需求，或者是原来的旧有的房舍毁损了，或者是因为家庭人口增加了增建。那如果说单纯以74年的航照图来去认定适用王公政明时代的这一些才认定为合法建物的话，那显然2/3的房屋都是非法建物。那以目前原民处要执行辅导他们要做建物的这个登记，可是却因为受限于建管的这个部分，请教协商的结果如何？有开协商会议不是吗？原民会有到县府来，吴科长。那个之前有开过一次协商会议啦，那后来开会之后，那个原民处有把那个他有委托那个顾问公司去做过调查，可是那个顾问公司他我看过他整本的调查报告，其实内容不是很正确，因为他只是工程顾问公司他的调查报告只是要求那个房屋所有权人提供合法房屋证明，那里面好像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69栋建物啊，那只有5户有提供证明啊，但是好像其中的1-2户的证明才有效。那后来我有去了解他整个状况，其实他的房屋有80-90%其实都是
就有合法建物哎。啊？怎么样？你说他那个山里部落的建筑物啊，哦，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旧有合法建筑物，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他的分区才有办法变更过。对，没有错。他74年以前那个山有一半以上就原来有建物，只是有一部分的建物跟74年的不一样，因为后来去看明显的就看得出来有增建嘛，有改建嘛。是，就我想，就像刚刚我讲的一样嘛，原先的家庭人口单纯嘛，人口没那么多嘛，啊，有生孩子，孩子也有孙，再有孙子啊，是不够居住嘛，增建嘛，啊，原来的房子老旧楼层因为台风、天然灾害毁损了，改建修建嘛，当然就跟原来的就不一样，你就会看出，哎，这个是老的房子，这是修建过的，这是新增建的这个房子。一定会有这样的这个现象啊，可是重点是这一些过去没有申请，不是老百姓不申请啊，是我们政府施政上的错误啊。你当时就不应该编定为林业用地，先编定为林业用地啊，以至于我想申请也没办法申请啊。所以既然是政府造成的错误，那现在怎能够叫老百姓来负责呢？处长，你说。包小姐，我还听不懂，就是要我们帮忙什么？那当然啊，就是说我们县府希望县府这边是你就认定从我们更正编定那一天开始起算，之前的全部认定它是合法建物，然后老百姓申请户自行签切结，结构安全的部分自行签切结，要不然你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啊。那等于是政府回责不足，你现在跟在边地，你发给他权状建地了，可是房屋区全部是非法的。跟江远报告啊，认定合法房屋有认定合法的房屋的法律依据跟程序。办法是实的，你那个办法是针对你政策没有错误，没有错误的情况之下啊，那你政策错误造成的啊，那你先要依这个十一的这个规定来去限制这个之前政策错误造成的这个现象，那没有道理啊。不管了，你3个月内啊，接着就想出一个办法，看怎么解决这个山里这个问题了。我来想办法。啊，不想办法解决，我追加检疫所就不好讲话了。真的，好，处长，科长。是，你再把详细的情形跟处长报告。是啊，再研究一下啊。赖大哥，梁秋明大哥，麻烦您啊，根据您过去丰富的实务经验哈，帮忙找出一条路，好不好？山里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了，是不是？要不然这个是全国的范例呢，这是全国的范例啊。那现在这个范例我们沾沾自喜说我们创举解决了老百姓的问题，功亏一篑，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是不是？哦，所以我想建设处全体上下啊，3个月内研拟出一个适当解决的办法。所以我还是要说明一下，这个是应该严明处为主导，我们来配合啦。可是建管是我们认定啊，没有错啊，我们认定。严明会都已经表态清楚了，严明，我县政府严明处了，县政府严明处，话不能说，这是严明会，现在是严明会在主导这整个问题了。这个啊，我们县府严明处只是照办嘛，啊，那至于说建管认定是我们县府的权责嘛？我再来了解一下，我再来了解，是不是？对，好，所以全了解一下全法的问题，然后3个月内提出解决方案，好。好，麻烦，谢谢，请坐。接下来就交由我们财经处叶长。处长，我们君鲁护山部落的决议自来水那个自来水的问题哈，谢谢你们帮忙了，可是到现在还是没有接管了。护山？对啊，君鲁护山呢？是严管的部分还是那个？就是严管，我们他那部分是这样子，因为他不自来水地区的。对，
他那部分当初是牵涉到金轮净水厂施工的问题。对，净水厂的这个问题。当然，他现在净水厂已经在动工了哈、哦。那我们会来再来持续请在水这边哈、哦。原定是去年年底要完工啊。对。那他如果没有完工啊，对，他说因为我们水土他的水土保持计划一直没过啊，因为他整个的严管的过程，严管的那个道路线哦，刚好是在他们净水厂的那个路线上面，所以不必办严管，只要他的自来水厂一设置好以后，他就可以进行监管。对啊，干线就经过部落嘛。对对 对, 对。是啊，是。可是到现在没水可用啊。我们再来跟自来水公司了解一下，请他们技术来完成这一部分的一个施设啦。哦，因为自来水公司他们自己本身这几年因为预报很重要专案的部分，所以进度可能有一些落后，我们来请他们加速来进行办理这部分的严管的接管。好，他现在就算是工程完工了，还有一个问题是水源不足。我们这段期间我们这里是常常下大雨，是，可是金龙地区南北线金龙太麦里以南没下雨啊。我前两天过去大武差不多已经半个月没下雨了，还有盆风，可是我们这是三不五时就下雨，昨晚还下了倾盆大雨。可是它现在都是取野溪，它金轮村的两个水源都是野溪，可是旁边有一条金轮溪啊，是不是跟自来水公司建议请他设法来克服那个水源的这个问题？好，要不然金轮溪就在旁边，它又没有灌溉沟渠来引用那个农业灌溉用水，所以它金轮溪的水可以到河溪流啊，哪像丽江溪，丽江溪的水到不了海啊。好，这部分我们会来跟自来水公司来建议，请他们在取水的管道的部分哦更多元，来保持水源的一个充足。对嘛，我们净水厂扩建了，水源不够，这也很可笑啊！可见了他原先的规划评估，他没有做好这个工作嘛。我想一方面可能也因为进来的一些灾害啦，还有整体的一个气候的变迁啦，那我想我们会来提醒他们，就是更注意以后相关水源的一个规划的部分，让整个的供水更稳定。好的，那后续这个金轮后山这个严管供水这个部分呢、啊？再麻烦你进度再帮忙掌握一下。我们都有掌控进度，也是在了解状况哦。那也会后续有相关的一个进展的部分再跟议员来做回报。好的，好，谢谢大家主席。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蔡依林蔡议员。谢谢大会主席。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建设处处长。那个处长，我们今年我达人辖区的那个。计划工作我们建设处做了有做哪些，在你们的计划里面不管是堤防，不管是道路，或是这个县管河川的清疏，来我想听我们处长我们做了哪些，有做哪些大土的部分，我们有做清疏，不过比较接近下游的部分。我太小声了。是那个大土溪的部分我们有做清疏了，不过是大土高溪、是哪个区哪个 地段？大概那个桥上游这一段，我们有做。桥上游、是大溪的桥上游。哎，对对。那如果是在我们这个土板国小下方，一直到我们新兴水泥桥那个区块，有没有做清疏？之前有去跟议员做那个建议，那个保护温泉的部分哦。那因为上目前的话，那一块是。要循治理计划去看怎么样再加强，所以我们当然现在就做这么一件吗？其他计划案都没有吗？那个土木科的部分在那个相关，我觉得哈，你们真的是有时候很不关心我们南回最南端的那个地方。我一直认为说哈，是不是台东县政府离我们这个达人乡是不是距离太远？所以你们都不关心那个地方，是不是这样，处长？今年你们才做这么一件呢，我们达人乡需要的非常多呢。
处长，你讲一下你们今年做了哪些计划？我跟你也说明一下哈，大概我们会去，就是要看大概是有民众陈请，或者是议员有建议，或者是乡公所有建议，我们才会去。那一定要我们建议吗？你们不会自动下乡去勘察吗？像那个在河川的部分，因为它是县管河川嘛，所以我们会随时注意河川。不管今年，我要正式现在跟你提我们几件所需要的，希望科长你记好。我们现在我们需要的，我们安朔东72线那个道路已经很久没有重新铺 AC， 那个地方也有台九线在施工，现在那个路段非常的坑洞很多，需要我们重新在今年给他提一下这个道路的计划，重新铺 AC。 那我们这个安朔下游那个地方，就是安朔桥下游的左侧那个地方，那个堤防我们需要新建堤防。上一次我们跟科长杨科长，我们是不是有去会勘？那你有没有把意见转给我们的吴科长？有哈。那你知道那个地方，了解那个地方吗？就是台26线上游，就是往南田，也是安朔桥下游的左侧左边，对，就是安朔桥到台26线这个中间，对，中间那一段，对，那一段的左岸。是，那还有安朔桥上游那个地方，也请你给我提清书。我不再做提案哦，我在这边正式跟我们的科长排时间下村去看一下。好，那我们大竹高溪刚才我在讲的就是土板国小下方的清书，一直延到那个水泥桥那个地方，就是你们没有做治理规划的那个地方。好，希望我们这个处长排时间去那边看一下。好好，我是觉得真的，我这几年已经2年多了，我觉得我们建设处真的很不关心我们安朔地区达人那个地方。我一直认为说，是不是离你们的工作环境太远，所以你们都不关心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请处长你再帮我们。这个部分我们这下礼拜有时间。我正式提，希望你们正式的去重视这件案子，这几个地方。好，那处长谢谢。好，谢谢，请坐。那个我们这个财经处处长，我105年度提的我们这个土板跟台板的自来水还有盐管工程，是我们有没有？一人提了三个案子，一个台板，一个土板，一个土板上部落，一个是土板新兴社部落的部分。对，还有台板哦。那我们去年9月份哦，那才公所才将命证送过来，那5月10号的部分已经进行会勘了哦。那基本上三个案子可能有一个案子比较希望，其他的两个案子因为它的设加上比较多，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它可以再为我们争取的哦。那这三个案子基本上我们都会送去进行今年的评比，那如果过的话就有办法来进行试作。我们前几天有去会勘，那只是一个会勘，只是因为应付我们这次地勤会去会勘的吗？当然不是，不是应付会勘。议员，你上一次我们上次在历史会的时候，议员有提过嘛？针对所有包含连副议长、各位议员有提到的，我们一次去催办，我们基本上平常都有在掌握他们的进度的啦哦。那因为他们施舍刚好排定是这样，不是为了应付议会，他本来就是在我们的工作项目上面的，不是这样子。好，那我希望哈，我们各级处的主管哈，不要把我们达人乡哦认为太南端，所以你们都不想去那边做一些这个会勘，或是做一些计划案。不管是县政府的计划案，或是刚刚我们处长讲的，我们乡公所没有提计划啊，议员没有提计划，地方政府地方的需求没有啊，所以我们就没有，不要这样子去，不要这样子去想，要去县地去看。我觉得计划案大家要公平。有一些事项，所以核定计划下来的东西都要公平的去分配。当然，因为有一些事项也是需要公所来反映，比如说没有无自来水严管的申请，也必须民众有意愿啊。不是自来水公司拉去了，没有意愿有接，也不可能做这样。所以这个土板的严管工程很重要啊。我知道，所以我们台东县的所有的没有自来水地区的，我们都很关心，也都一直在来争取。只要民众有意愿要来做这样的施设，我们都来争取哦。但是前提是民众要有意愿，那它的成本在自来水公司可以接受范围之内，他们就会进行施作。那县府的部分也在进行所谓管线的一个自支付款的一个。这个土板的严管工程跟那个新兴社，他们都一直很期待呢。是，我知道，我们会尽量来协助，因为有些是在重要的一个评比和项目上面，那我们会尽力来协助他们。那县府的部分绝对不跟有没有进行，因为我们基本上也都是在进行控管和关心的。
好，谢谢处长。谢谢。大会主席以上，谢谢。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林三天林议员。谢谢大会主席给议员这样充分的发挥。那么我再次重申，宪政的推动不分蓝绿，特别感谢我们刘兆和委员在前瞻计划里面，还有包括我们的台东县副议长陈宏忠在争取河川治理相关的琢磨跟贡献。就有关的经费到位之后，也恳请我们的建设处的处长在河川整治多加把劲。就上一次尼伯特台风，我们的前辈张卓兰议员的故乡就在绿色隧道这样的一个淹水的一个状况，希望能够对未来的公共工程能够彻底的改善。那我不知道我们的建设处长就曾经历经过台东这么样的一个高位做到目前为止，我相信你心中有许多的感触。在公部门的生涯里面，为什么尤其在台东有这么多的政治的一个坑坑洞洞结结巴巴的东西存在台东这个小城小市里面，茶余饭后这个小城故事确实是非常灿烂美丽。但我不知道今天早上对副议长的咨询，就相关有关你关山的工程，为什么你要忽略了它？你可以大致说明一下吗？你心中在忏悔吗？不是。哦，那请说。会长建议这个案子不是在我当建设处长任内时候，那所以说这背后有人在操刀的意思？没有那么严重了，没有那么严重了。那你不认为这是操刀吗？我不认为。那你会放下？你会原会长他说你会原谅那一个人吗？我做事对我自己负责，其他人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不是的，照如外界说，没有，就是在回应对嘛？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一个有理量的，对得起我自己。你是一个有用心、有风度的人。你也能听他哄好不？副议长电机的，哈啊，副议长不是在跟你责备，是跟你在在在在，他也说民众的手拖嘛，啊，就是建议好久了还没有做，啊，他今天再提出来。所以讲，你的公务性来对，你来对，不可能去充满几挂弯手挂混意的对啊。这属实态。真好。但是你要了解哦，当人生在经营家己的时阵，这款的物件不是咱家己个人会当有所会当去选择的，你认为呢？人生我看，人生一定是一个人。我那亲像林三天去了那个夫人家过啊，这嘛是我无法度去投票，到我会当去甲选择拒绝的，你认为呢？这你的代志我较无了解啦。但是你要加关心。你无加关心，表示你无了解我。你无要了解我，关键你就足歹推动。所以讲，我代表阮副议长，我恳请甲你提醒，对未来咱关山的工程，你多多琢磨。这是给你亲戚的建议。我前些都会琢磨，不管山海。对于后面那个人是谁，我不想多谈。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今天台东的政治环境里面，让我们感觉到不解的。就是都不用常常利益回避的，安做管定莫当做基金会当属定，这个其实不管他们里面在卖什么俘虏了哈，别说也有我们在，但是众人喜欢了，干嘛这不妥了？但就县长夫人告了我，我相信这是也是一个民主进步的开始，因为我们打破了在台东县议会那我言论自由的那门槛，值得庆幸。不管这个官司如何，我相信也是一个圆满的落幕。我相信之后县长夫人也可以包容我，他会疼惜我，因为台东县议员有林三天，他的感觉说他的县长是光彩的，这句话送给他，因为这上帝给他托梦了。我期待那呢税务局长坐着请坐请坐，我要是亲切地告诉你一句话，当一个公部门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管你的老板赋予你任何职务任务，当然你都想要去把它完成，但你要用很真心的，我是在提醒你要告诉你的老板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符合民意的主流，我们再去试做。就像今天郑翁处长能够回到台东，他以前是花莲的，
伊咧调查这理想大地这个案，调查到中途向邓个台长，我嘛感觉真纳闷，请伊身体过好。蜡烛若要烧两头，一个花莲的案子还要办，还要回头来顾台东的点点滴滴，真的是可惜。那有机会我来管路，甲看伊，我买一个小笼包来甲安慰一下。为什么在台东有整个的管程在推动的时阵，那个做业务检讨？首先，在经费节制的同时，市政是平等的了，市政也不用去分蓝绿，也不用去分族群。在这一次尼泊特台风之后，那个监事处长，你也知道两个原住民的部落都在尼泊特料永久物的展现在哪两个地方？在烟品的红叶跟大武的爱国埔。对，那这里哈、哦、要感谢的人太多了，林前也风尘仆仆来剪彩了。我们的廖国栋委员最近在立法院的表现，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凸显民主政治的珍贵了。我个人解读了哈、哦。那还有陈颖委员，就尼泊特这样的风灾的一个灾后的重建，我们不分男女。所以说，打造一个良善的城市，第一个。在建设处所做的一个有序经营的一个公共工程的环境里面，我希望你们要前瞻性的，不是那里捧国用。台东哦，这个地理环境是相当的棒，我们跟外县市，我们是天然独到的一个优势的一个环境跟气候，还有地理的位置，有海洋，有高山，有清澈的水质。所以你要做建设处的时候，你要尽量少破坏原有的东西，那美感的东西，我相信你一定要把它保留起来。我不知道曾几何时。台东能够变为一个光电城市了。这个光电城市你要去试做的时候，你又牵扯到一个原住民的传统领域跟部落，请尊重他们的选择吧。台东因为有多族群，有原住民的文化，造就台东的未来性了。就我讲的，原住民族是伟大的，不要忘了几千年来的原住民族在这块土地它被多少强权掠夺，所以我们要用包容互相体谅的心境来看待这个族群给国家给带来的一个未来的希望是什么。我告诉各位，陈水扁总统在落难的时候，我常常去探监，为什么原住民民主能够在55岁老人年纪就可以发旺？你要用一个很前瞻性的高度的眼光去看待原住民在这里的弱势的一环，不要常常斗争。台东县议会没有那种本钱来拿蓝绿来做一个斗争，做当作一个政治的赌博的筹码，那是错误的。政治是临时的舞台，不要把前人做的事情又不好的事情又推给另外一个人，重新改革革新端正。台东要的就是这个。我希望在任何的选择一个你的职务的同时，秉公大胆处理，我相信会得到选民的祝福。公务人员退休之后，当有一天你自己在一个那个步道在散步的时候，你忽然间想要如厕的时候，你忽然间想到说啊，我害了我自己，为什么那个步道这么绵长的4公里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如厕的地方呢？这种市政你说你满意吗？这种市政可以说上5星级的吗？错，一连续的错不用一直责备也没意义，因为一个责备黄先生会一直堕落，我不舍了。我希望我在不舍的同时，我们来救救他，让他能够用让上帝给他闪亮的智慧造就台东的未来。我青年各位，青年执政，青年施政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一个临时的舞台，我们发挥的淋漓尽致，我们要怎么去守护台东的每一分每一个方块的土地，它的环境跟未来的永续，我们要如何选择，我们要守护我们的财政，否则年金改革到最后的受害者还是各位。不要忘了台东不惜在制造任何很多的文资馆，你说我们的体化村花了4-5亿，你看那种叮叮咚咚的那个工程，你可以接受，你可以满意吗？台东人的未来在哪里？不要用那种高空弹跳的一个思维，台东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城市，转型的城市，用一种政治，用一种情感来经营它吧。这里的政治情感可以打造一个智慧的城市。我相信台东的未来不是在堕落，台东的未来是一个进步，但是我们的进步是很扎实的，不是不堪一击的。任何的公共工程也是一样，就台东区46个里里面，我们打造的一个丁字路口的路段，要如何把它取决，把它打通，有了各位的政治智慧，下个会期也许这个会期我们都还可以相处，那下一任呢，我们还可以坐在这里吗？
珍惜所有的给我们的一切，惜福惜言，也祝福各位在座的各位，你们的位阶也是临时的，做给社会留下一个美好的共同的机会。谢谢各位，谢谢。好，谢谢林言。哦，你晚上都有那个上帝都跟你偷梦，难怪你都了解那么多事情，我都没有偷到梦都不晓得。好，我们接下来请张主任张议员。谢谢委长，谢谢主席。在这里哈，真的是我想有一些意见给你做参考哈，也要拜托你啊。这个刚刚我讲的建设处哈，这段时间来所做的事情哈，你应该给他们多多的鼓励哈。我在这边要谈的，就刚刚我讲说一千万跟十万块钱的比例的掌声有一个没有的问题。我现在有认为说，我们整个台湾的建设都讲前瞻性，我现在不了解什么叫前瞻性。我们台东好像有一点类似这样的，也做了很多规划，很多很大的。但是我在讲的是说，眼睛眼前看到我现在要生活周遭环境，是不是得到了公部门政府关心我生活周遭环境，我要生活下去，这一切的建设非常重要。我就举个例，像我们中国大陆在什么什么三反五反的阶级斗争，什么斗争，青年斗老人，一直搞到最后的大跃进，啊，大跃进也是什么大建设啊？就像我们现在讲前瞻性啊，中国大陆当年的1958年也是前瞻性啊，就等于大跃进等于前瞻性，自己看看你看，哇，人民讲哇，我们政府很好啊，做很大，考虑到未来，台湾是开发中的国家。台湾是一个开发中的国家，你在这个台湾的小块的土地里面都没有做好，你如何去谈以后几十年以后的事情？然后这个是漫长的岁月，这笔预算，比如说现在如果说2000亿摇在这里，不想换多少的总统，换多少的县长，谁承担呢？聪明人读过数据的就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跳跑他们家挤了，啊，跳跑这里进不去 OA 了。所以我都不喜欢讲财务状况，我要谈到财务状况的话，我就把亚洲地区、东南亚、北亚、欧洲国家的预算拿出来谈，人家的国家、开发中的国家、未开发国家、开发后的国家是什么？他所拿出来是文明社会、社会福利政策嘛？那我们现在说谈了呢，我现在跟你讲，就是说像我北仑乡、原民乡，这是我的选区嘛，那我扩大讲的台东，我这样走台东线，我最近每个乡都走完了，我就看到很多很奇怪，那个就是可以做东西，啊，要不要花3万2万的事情，为什么都没有做？啊，你让他骑摩托车去跌倒，他，啊，开始跟他的咚咚这样，啊，其实我们讲的很多啊，啊，就像我们这边讲的啊，预算满档推动基础建设啊，啊，都是在哪里？不是没有做，做很多，我绝对肯定，团队不错，但是就小节疏忽掉。所以台东的子民很简单，我要的，我经常讲的，我人民要的就是这么一点点，几十万年啊。哦，处长，你如果给他一点点，比如说我住在北仑乡，弯道边啊，哦，最高上面啊，你看用户，啊，最高也通，没有蚊子苍蝇，啊，下大雨水会通，我绝对跟你讲，对不对？对，搞不好你花2万块钱就通了嘛，啊，可是你在某个地方花了1000万，然后2000万、5000万，我没有感受到啊。我讲的讲，人民你要拥抱人民，拥抱台东的子民。让他去感受我的政府对我们太好了，就像一个家庭，在座各位都一样嘛，你都有子女孙子嘛。哎呦，我这个阿公阿妈，我这个爸爸妈妈对我们真的太好了，让他去感受，他不会跟这个阿公阿妈跟父母亲有距离，他希望拥抱你，你也拥抱他，让他去感受。哦，我讲的意思，你知道意思了哈。所以人民的小事，人民
政府的角色，人民的大事嘛。啊，你一直说要不进来，要不上回呢？其实你说不上回，对他们也非常重要。就像举个例子，你跟我去泰安太平看那个水桶，尼泊尔又把它搞得一塌糊涂。你看到那个点，县政府官员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看，通通带去看，他会说我不敢住台中市。我不敢带来去啊。哦，这里我过去过来，你违法，我来告诉我过来，无嘛哈？就举例像太麻里来讲，为什么当初八八洪灾，为什么要八八洪灾哈？为什么会变成太麻里那么凄惨，金峰啊那么凄惨？这你看不到的地方嘛，黑暗的角落嘛。所以我在讲这个，希望这个单位哈，财主单位啊。在有效整个台中县困难的预算里面，拮据的预算里面，你们辛苦的争取，一定要花在刀口上。刀口在哪里？在人民的心中啊！我是一介草民啊，我住在乡下，我一直看这个政府在给我做什么，到底在做什么？洋洋洒洒的很多啊，讲得很好听啊，所以。老百姓台中老百姓是该可以啊，该乖了。其实各位当官哦，很好当，很好当。台中人民不会反对你。像我那天去关山，啊去电光，那个清水公园那么漂亮，清水公园，但是台中的管理处为什么没有去发现台中在县长的施政里面，他的追求理念就是发展台东观光事业，来带动台东的经济繁荣，来影响到农产品的销路，让人家知道台东这块农业项目产到底生产了些什么，台东的特产。那为什么不在关山的清水公园已经定好有一个相当基础之上的清水公园，在许瑞圭当镇长的时候做起来的？然后我们的会长在产生议员之后，他又在那边加强，但是关理处为什么发展观光那么好的魅力据点不在那边加强？为什么？这就是你的眼光问题嘛，你的眼力问题嘛。我说要施政执政者看不出十八尺的墙壁，就不能施政执政了。你看不出去，你就人民没有对你就没有信赖了，也没有期待了啊、哦！我讲这句话是比较重一点的，但是可以鼓励互相勉励啊！哦，就是讲你所做的物件，哦，我处理吴庆荣，礼拜天我都没选择中华者，你就成功了，不一定要花很多钱。所以我现在跟处长讲，就是说哈。刚刚我讲过什么是大跃进，中国大陆是大跃进啊，他搞搞到这大跃进是大建设嘛，讲一大堆很漂亮，一夸一个大饼，哇，怎么，其实这些人民感受不到，所以中国大陆为什么流落那么长？台湾现在讲的就是前瞻性，就等于中国大陆的大跃进嘛。哦，我比喻像你们的年金改革什么改革，哦，婚姻平权什么东西。这是中国大陆突然不还嘛，很简单嘛，台湾在搞这个东西，各位都读书人啊、哦、我这一点你们应该会很清楚的。我要讲青年斗老人啊，穷人斗资产家，红五类就斗黑五类啊，就像斗啊，斗到最后就是进行大跃进，到最后就是人民公社的成立。国家穷，人民穷，不是人民穷，国家富啊！富的时候怎么办啊？那边到底在干什么？大家清楚吗？就搞大跃进，大建设了。大跃进的答案就是大建设嘛，前瞻性就是大建设嘛，动不动几百亿、几千亿嘛。啊，其实人民需要的就是说一个县政府的预算，一个乡镇预算，那就几千万、几百万。这个都不讲，好，现在话又说回来啊，县政委也是应该要这样做了。刚才我讲的路平专案，不管大街小巷，主道、支道、支线，
入品的东西，乡镇公所如果报上来，台东县十六乡镇报上来，县政府应该走向这个方向去协助的。处长，我这样讲你可以接受吗？可以可以可以齁、哦、那希望这个问题我们来我们达到一个共识，大家朝着方向来努力才是人民真正的。如果说今天有人开门当当，人民骑摩托车摔倒了，开车不利了，假如我们做了他没有生命危险，我们是功德一件的、啊、人在公门好修行嘛。对啊，如果说我们完全没给他做，那你如果车祸生命出了问题，那我们就是缺德，对不对？所以我在这边讲，请主席给我一分钟时间哈、哦，拜托你现在发言的。好，关山的清水公园是台东的卖点，每天讲观光事业发展，观光事业发展，那么好的温泉，那么好的关山清水公园，你不去动吗？你买一个现在观光事业发展所需要的一个服装，让观光客去看，哦，这套服装很漂亮，我很希望来看。你为什么不做呢？为什么不做呢？你可以看看邻近的东北亚、东南亚，人家没有东西，一小块新加坡就好，他可以做的观光事业那么好，为什么我们不要？所以我们天天喊观光事业、观光事业、观光事业，关到现在，旅馆都没人住啊。如果你们在讲那是因为中国大陆，那是错的。观光事业的发展引客进来，不是因为政策的中国大陆人民要不要来台湾的问题，那全世界的问题。我们别讲那么伟大，讲亚洲地区台湾本地区对台东的看法，你要诱因嘛，让我喜欢去嘛、哦、我的公司立案下去了齁，我们共同努力啦，真的，我们不要再讲那好听话了，我是不要了啦、哦、因为我也经历那么久的民意代表的服务了，看了我们政府，看了我们自己，我们当民意代表其实我们也是很多的话要讲，这是我们的责任了、哦、所以以上我想跟各位政府官员、哦、公部门大家共同为台东这块土地、哦、我不敢说做多少了，最基本上我要爱的民间必要让他感受，而且几十万米年那不爱活啊，就这么简单。我要生活，我要活下去，安那年了，好不好？好，这一点呢、哦，路品的问题，哈、哦，好，清水公园、日本温泉，这是魅力景点，好不好？啊、哦、啊，回去建设处跟财主，吴局长、处长，那个钱哦，不要乱花了，跟财官民处讲了，真的要花在那个地方了。不会啦，台东不会乱花钱啦，马波吉也会乱。你们没有乱花，都有香，我知道。但是，啊、哦，轻重缓急哪里是重点？哪里重点？投资下去对我台东有利，正面效果的。我要这个东西。超过三分钟了，张正辉一直看你的。张正辉没有关系啦，哈、哦。报告叶先生，对不起，哈、哦。我这样讲可以吗？那你们有时候讲话，比如说。哦，比如说那个主席处长跟你讲什么，他不对，你也说对，你不好意思得罪他，啊，这样也不好啊。我们拿出来讨论嘛。啊，不要这钱，哎、欸。我嘛是替你收的，要这钱，我玩弄也开掉去啊。哦喂，你个张正辉一定给你看啊。哦，不要紧啊。哦，多谢你啊。我现在这样讲，我希望大家哈、哦，认为我讲的有道理哦。那就把我吸进来吸收一下哈，如果认为说有些要检讨的哈，我们再来讨论好不好？谢谢。好，谢谢张爷。那个张正辉，张爷，你不要，张正辉，你不要一直躲到旁边了、啊。你，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了，来讲这么多了，先换你讲了。我们请张正辉，张爷。好，谢谢大会主席哈，也特别谢谢张爷。要跟所有县府的局处室主管再做一个简单的报告。每一个议员他们都是关心台东县政未来的发展，也关心自己县民他们想要的事物是什么，当然偶尔会话多，偶尔提出的意见未必顺大家的耳，但是我相信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善良的，都是良善的，也都希望跟我们在座的好朋友一起做努力，希望把台东做得更好，人民的生活更安定，
我们自己居住的环境更安全。首先我要特别请建设处，好，处长好，是我们非常知道处长能力很棒，也很关心每一个地方的需求。刚才也已经特别要求处长，希望处长放在心上，是整条太麻里溪跟金龙溪，处长在你的这个管理之下目前算是非常稳定。我们希望在这里特别鼓励处长能够持续的跟同仁关注，只要不要造成水患，我相信对整个地区的发展来说都是相对的好的事情，好不好？谢谢，谢谢你，请坐。不然你主席处长，议员好，处长好，是平常主席都没事，没人要问主计啊，这是非常可惜的事哈。在主计处最重要的工作有一项，第三项哈，统计分析，是不是？是，统计是我们的其中的一项业务。好，想就教一下，这三年来台东县的家庭收入支出的情形，收入有年年增加吗？首先先跟议员报告哈，因为家庭收支呢，它104年是多少？104，平均是多少？抱歉，因为我手上没有把那个资料带着。下次我会先告诉你，抱歉，我的错。很抱歉。105年是多少？因为105年的部分目前还在分析中，还没有嘛？103年也不知道。比较正确的数字我可以提供给你。不过显然没有显著的增加。这是可以知道的，因为全国主计的统计就是如此。台东一直是属于比较落后的收入乡县市，对不对？是比较大概第落后第三吧，第四。差不多，其实大概都是全国性。是啊，没有关系。问题来了，是这几年这个我们财经处招商招得非常有声有色，县长也说我们整体的这个储蓄增加了。但是为什么家庭各户的收入却没有显著的增加？我先跟议员报告他、原因可能会出在哪里？是，我先说明一下，家庭收支因为它是属于一种抽样调查，那是因为中央。这位小姐，抽样调查有它的方式，所以它的精准度是不容置疑，好不好？我只是跟，不然我们怎么做民调，怎么做那个？是，我先统计就不好统计了。先跟您说明，因为我们全县有8万多户。不，你先回答我，原因在哪里去啊？这个不必，就是因为它是抽样调查，不必那么深入了，好不好？它为什么我们的老大说我们这个存款一直增加啊？问题为什么基本家庭收入没有显著的增加？可能的原因在哪里？你说出一点可能的原因就好。因为您让我说明一下，因为我刚刚讲到就是说，因为它是属于抽样调查，所以它的抽样户呢每一年会变动，所以抽样层呢不代表所有的家户的一个实际上的状况哈，所以它跟实际上我们金融机构的存款的这样一个实际上的一个额度，跟我们抽样出来推估的这样的数字，确实是会有一些落差。不，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单纯的概念嘛。因为当你告诉我说我们整体的收入有增加，这个存款越来越多，是，可是为什么主计的统计数字没有增加？因为它的基础是，那也就是说工商再怎么发达，存款再怎么多，其实是没有下放到一般的家庭啊，不是这样吗？照你这样的解释，不是是财经，来财经请坐，是不是这样？讲一个简单的经济概念就是如此嘛，财富分配不均嘛，是不是？财富分配不均在，我想在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我没有说你不好，不用紧张，我只是说这个现象。对啊，这个现象其实在世界各地都存在，是，包含台湾。然后呢？我想，所以是，其实我要针对这个问题，就是要提醒你，当我们努力招商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思考到它是不是确定会创造更多，这个一个是我们实际的收入，第二个是就业机会的可能性的分布，再来就是未来的发展性在哪里。如果我们一直招商，显然在地的人没有充分的感受到的话，其实对你不是好事。
跟议员报告一下，议员所指出来的是重点啦，哈。不过就这几年来，包含天下和远见所做的民调，那台东县民对所谓经济和就业的那个满意度是提高的啦。不过议员的看法，我觉得是很正确的啦。那这部分我们在，当然议员指出的那个在大方向里面，县政府包含我们能做的基本上我们会注意和重视这样的问题。谢谢你能提醒。重点是我希望处长可以思考多样性的发展，是因为单一招商找一个财团实力很坚强的，数字很亮丽，但是毕竟它所产生的乘数效益会是有限的。如果你能够再扩张，可以让更多数的人感受到你的政策诚意，其实会做得更好。这部分我们也都有在做了哈。那包含对好，你请坐。小农和小厂商的一个，你请坐。雷锋处长，来，就是因为统计数字非常重要，你要提供给县长，好，第一项重要的施政指标，是，你要告诉他嘛。经过我们统计以后，发现哪一边有比较弱的地方，请所长能够关注一下，用什么样的方式跟思维，可以让更多的局处所长知道，然后由他们个别的局处提出因应的方案。我觉得主计在这个部分可以提供很好的经验才对啊。是因为统计施政指标的部分呢，我们是有定期做一些分析，然后分送各单位，也在网络上面有做公告。但是议员您提醒的是，您说翻开你的工作报告2266页，有哦，请等我一下。我们做了这么多三项啊，不是吗？是。这些分析报告，对，是提供首长作为施政建设规划之重要餐具啊。是，是吗？所以我想问美凤首长，在这个部分，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议县长？就像我刚刚提的，为什么我们的家庭收支其实没有按照我们的想象有不断的提升？这个可能的原因出在哪里？我一向在思考这些问题。是，我出去都感受很多嘛。我看到台东市好像非常繁荣，京城很漂亮，问题是乡间还不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当然财经处长告诉我们，城乡的落差一定是有的，贫富不均是可能常常发生的，但是重点在这里，我们要尽量把它拉近嘛。拉近其实用政策的手法应该做得到，主计能不能给首长做怎么样的建议，财经处能不能做怎样的建议，我觉得这个都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能告诉他，他会偏颇了，他会让强者很强，弱者很弱。我们不喜欢马太福音讲的，很强的就拿走全部，把少的人就抛弃掉，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应该要这个，不是说劫富济贫了，至少要扶弱嘛，不是这样吗？那么财经处有没有怎么样的思考说，对于除了我们招收这些大饭店啊大财团进来之外的其他在各偏乡要怎样跟他连结才会比较好，用什么样的作为让这样的力量可以分散到每一个乡镇去？谁给我答案？包雅处长请坐。我们廖处长请坐。我们对于一般所谓的比较小型比较基本上台东的企业都属于微型企业啦，所以对于我们台东各乡镇的部分包含我们对一些微型企业的一些协助，不管是在贷款或是创新研发的协助，对于他们产品的一个协助的一个推销，包含连小农的部分我们都在做。不过我们县政府也都必须要透过我们一般的工协会和农民，他们就是我们一般的所有的小农，他们的产业愿意跟县政府来提出他们的需求。那台东的农民还有产业一般都很可爱，他们不太愿意去，就是他们很少发出这样的声音。不过我们都很主动的，我都是提一个团队。处长，我们思考看看一个产业连结的概念嘛。假定一个大饭店，他需要吃的、住的、行的什么？如果都可以以那个为中心点把它连结，我觉得你应该做得到这一点。这部分基本上我们像有一些我们不提企业名称了，他们到台东来，我们都很乐意跟把这些小农跟不一定是小农，把这些农户台东的这些产业跟我们这些
既有的产业来做结合哦，让他们的整个产业是结合的，包括目前马上要进驻的一些产业里面，我们都做这样的努力，他们基本上也都有这样的想法。本席是建议了，叫财经处再多思考这个部分，谢谢看看，做一个最好的连结，这个对整个县里面的经济实力的提升是有帮助。好好，我想这是一个很正确的方向，那我们会来努力，谢谢。然后找时间再聊了，谢谢，好吧，十分钟不好谈，谢谢大家。好，谢谢张忠辉议员，也谢谢林三天林议员，谢谢张卓兰张议员。因为我们是黄金时间也快到了啊，各位辛苦了。我们今天早上的会议就开到这里告一段落，下午分组审查及收集资料。好，谢谢各位，谢谢。